信号好的。啊，那边是有信号。我帮你拿吗？不用吧，现在还没什么人，等会儿，等会儿那个，注意安全，别被国宝保养真实。我说实话，我很少来预展现场啊，就是白天来，我怕被同行打的。然后更搞笑的是，看预展的会碰到很多同行，然后大家明明认识，他们都好多人装不认识我，不跟我打招呼。没有，刚才那个谁，然后我在犹豫，我们俩走对面嘛，我说我要不要跟他打招呼，他也不跟你打招呼，然后他看着我，他也犹豫要不要跟我打招呼，然后点了一下头啊。好，你们要看什么东西，等会儿在群里说吧，跟董事长说，然后我们再，对，在那个会员群里跟董事长讲，我们再上手。董人到哪里了？我在那个恒泽，广州恒泽，看看预展，其实这块不错。乾隆那块儿有条冲线，嗯，众筹一个，昨天已经看过了。哦，对，昨天那个谁直播，范阳直播吧，昨天是。恒泽也直播。他们自己也有直播，反正。你看群里那个。大哥要看啥，到时候给他那个。可是啊，什很是，网上都是你，是吧？我留意过你，一直在啊，谢谢。你可是高手吗？没，我不懂装懂的。你一般越说不懂的，越懂。看壁屏是吧？他那个壁屏在这边，阳彩那只，好像，我上手看了一下，还不错，起拍好像是100。你看一下，就这只吧，葫芦的在哪？我不知道。等会儿再说。人真多，我们先转一圈。这上次连线也看过这只。那肯定啊，要不你。你手稍微稳一点吧。我这个假肢能有多稳啊？哎，雷哥。需要我帮忙吗？等会儿帮忙吧。一会儿让那个谁，让李总给拿个房间，我们进房间播。房间上手几只？春节在这过来。对啊，我昨天过来的。一会儿给你们推荐几只好一点的。啊，这只我很喜欢，这只漂亮。哎，你找一下那个谁，找一下超玉，让他给你拿个房间。超玉啊，你看谁在？高总在。哎，那个有没有空房间？我直播用啊。好，我们进去吧，因为外面人太多了。没事，不用打扫。哎呀，这里好，这里清静。那个，拿那个先看那个釉里红的那个龙的吧。好。啊，然后再看两个碧海一会儿。啊。我们看一下贵的吧，稍等，我让他们工作人员去拿了。这就没那么吵，外面人太多，一会儿打个招呼，一会儿打个招呼，啥都看不了。要看这个吗？等会儿让他们把这个拿来。还没拍呢，2号拍吧。明天。明天不就2号吗？是吧？是啊。明天拍啊。稍等啊，再拿东西。这个还是那个没
唯品打眼的那个。我们在 VIP 室啊，稍等，外面好吵，本来想带你们逛一圈，但是人太多了。这是什么？手电，手电没关啊。他们，什么我也不会关。好，好了，好了。旁边女的是谁？董事长啊？谁？我敢带别的女的来吗？您这话问的。好。这个。我看看一只很哎好，看一只，看一只不错的，我觉得挺有趣的那只。唐英风格。不用，我自己拿就行。反正你给我拿也行，你辛苦一下。因为我怕摔了，那么贵。底下打眼了，这只好在哪儿呢？其实你怎么看啊？我们第一眼看都以为是墨彩了。对，但它其实它他妈是釉下的，它是个釉里红，而且呢是釉下的。对啊，因为你看这种堆料厚的地方，你可以看到一点点红。嗯，那它又不是刻意说釉里红为了烧成红的，它就是仿这种墨彩的质感，包括云，然后结果这边是一点红都不出，只有一点线条上面。它这样看起来还有点那种雕刻的肌理，所以我觉得这件蛮有意思的。这件这个得就起拍不贵啊，但问题是这个起拍你只能参考一下，你不能就当真嘛。哎，它这有表，哎，我看多少号。黄芬说：“摔了按什么价格赔？”啊、没试过，我都不敢碰。黄芬买单，我试一下，一会儿找一个。嗯。没有，他没写价格。这件还可以，没写起拍吧？啊、哦，不查了。那个小 APP 上面能看，但这只比较有意思。好，叫李平换一件。好的。让他拿那个。好的，老板。拿我看那刚才看那碧海。对，两只那个明末清初的碧海。等会儿他在吗？嗯。打碗。对。打孔，对，就是肯定是，哎，那个两个随便拿一个，反正我轮流都要看。哎呦，这拿回去了，真的。我不问，我不问。对，让李平带，放一边啊，别碰到一起。品相就是打了个孔吧，反正你自己去网上看品相报告吧，这个就旁边单子上有吧。8万7000，他说什么品相良好了？哦，不是打孔，底打孔，口沿一处小包釉，这有点唐寅风格，跟我老乡有关系，所以我第一件要先看这种。哎，老公，嗯，我看到了那个冰地莲那个杯子。等会儿呢，一个个看，就是辛苦一下李平同志。反正我稍等啊，别急啊，他们正在去拿，我们一会儿看一个碧海。这里面可以抽烟啊，这里面可以抽烟，外面不能抽。你带手机？我带了。手机没电了吗？有电。来了。哎，小心小心啊！这个要拿回去。对，这个拿回去，我们一件一件看。新月底，我都不敢碰。这我赔得起。这个赔也有点咬牙，这个好像百来万。那天呢刚说这个明末清初怎么样，所以看这只，因为这是我最近见过的品相最好的一只碧海，这只起拍高啊，好像。你结婚了？我肯定结婚了，我这。哇操，这只品相一流，这只。个性做出来的。哇，这个好贵呀。哎，对，一分钱一分货。多少？600吧，好像。啊，
60到80。六十起啊。60到60。嗯。全品。发色也好，品相也好，难得啊！这种碧海，它连个大的划痕都没有身上。预算够要冲一，可以冲一下，啊！当然我预算不够啊。什么料？我感觉这个发色，如果让我看的话，我感觉有可能是云南料的，不是他们平常常见的那种。喜欢，很喜欢这只。下午应该跑过去和主任合个影。别这么客气啊。晚上可以过来。对啊，晚上我也在酒店。嗯，难得有品相这么好的。哎，他这个好像有来源吧，这只，就这只，就一个记录，嘉德记录，嘉德2011年的记录、哦、好，让李婷换一只，换那个，换那个，那个另外一个碧海，对 T3 好的，另外一个那个八仙的那只，他在忙吧啊，等会儿咱们另外一个，另外一个。嗯，稍等啊，那让工作人员换一只。另外一只起拍价低一点，但品相比较差。不过那个大，画的好，就这只。保税。哦，这只在保税。如果推荐的话，我肯定是更推荐这只。如果完美主义者呢，就可以考虑刚才那个画会的，但要像我这样就喜欢画的好但不介意品相的，那一定要买这只。如果明末清初不买这种，真的不知道要买什么了啊。哇，这个画的真漂亮。合伙买，你对，你在群里拉赞助吧，我入股。帮主都说漂亮了，我操，这真他妈的真。帮主，总帮主。但这个品相不好，有冲线，有点毛口，尺寸是绝对的大了。27了，群仙祝寿，绝美。这个起拍低一点，这个40吧，好像，40起。预算够，考虑考虑吧。底下也刻了，底上有刻款，老外刻的，什么1158。也得过百，对，这，反正你要100的预算，估计有机会、啊。太便宜没机会、啊。我们给董事长拉个赞助，要买那个瓷猫。哎，别乱说，不要在直播里说我要买什么，不要在直播里讲。什么话都讲，在群里面聊聊天行。我买什么怎么会直播里不要讲啊？啊，对啊，我他妈谁跟我有仇，给我顶爆掉了！坏人，坏了，有些东西不能在群里发。那个小猫不会卖很贵，不便宜啊。那个你别看起拍低，所以对，但我们不聊这个事儿，我们不能说重点要买哪个，或者说这个就不能在群里聊了，这个不能直播说啊。不过我说的话他们也不能信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以我那个人品，对吧，大家都不知道我那个话是不是有埋伏还是怎么样。
反正好好看这只吧，我觉得这只是对啊，我没想到我白天直播会有这么多人，我平时晒太阳直播才160-170人，那看来他们也不是为了看我，还是为了看东西啊，这让我很伤心，你知道吗？如果说今天直播只有50-60人，我就蛮高兴，因为我没露脸，因为董事长在，对吧？我一直以为自己是颜值主播嘛，就是我跟星月在。哦，这只在保税啊，这个在对保税，对这个要你要进国内可能要付对，要付一笔费用。进了，放要拍了，就放。对，要么你也可以跟我一样，我有些东西我自己买完了，我也没见过，然后卖完了我还没见过，一直在香港进香港出，就。就不考虑品相嘛，就考虑画面啊。我操，这要全品得多少钱？这肯定要，这全品肯定要比那个那前两天拍那只贵啊。比那个不是比另外一家拍卖公司前两天拍那比较贵啊，那才卖200多，对吧？这要全品，这就包奖嘛，真一发，他妈这不是我的东西，这他妈拍卖公司的东西，我包个屁啊！拍卖公司卖东西，你怎么知道这账还算我头上？神经病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哦，两条冲，这还一条冲的。但也无所谓啊，但品相反左右不好，就不差这多一条少一条了，就是看画面够不好。拿笔筒，你这衡量。哎，你说这过去真是笔筒吗？我觉得不一定。养鱼？不可能啊，可能当卷缸什么用吧。这玩意怎么这么大的一段笔啊？卷缸。对吧？有可能就当卷缸或者什么，不一定是笔筒。拿这么大的？也有可能。就比海，那我觉得那种康熙那种已经绝对大了，你这种还。你笔小一点都横在里面了，是吧？火锅，小鱼儿，你这个别说这个话了，这个拍卖公司骂人啊！因为上次那谁，那个拍卖不是卖了一个上面写着什么玉兰盆景纪念什么的，本来都当笔筒卖的，然后那个东西上写了一个那个什么，看看底，好看看底。所以我为什么不敢在外面直播？我怕他们工作人员。干我，你知道吗？我就尽量躲起来。躲起来能说点实话。底上有刻款，刻字，老外刻的 TNM， 他妈的 T， 不对。你真是的，你有个编号是1158。钵钵鸡，太难了。这个明天肯定有血战，这个放扇子倒是有可能，对啊，但明末清初你不买这种还要买什么呢？对，我给你们看另外一个，就很好的，我们先出去吧，那个他不方便拿，离得太远，那我们直接出去了，直接出去让李平自己说过去吧，拿你手机，要不给我，哎哎，等会儿干嘛？他那个工看外面有工作人员没有的话，我们把笔筒放你包里，你背出去。我去，你在上面摄像头，你说什么呢？哦，有摄像头，那算了。哪个拍卖公司？广州恒泽。什么孤狼之词？我跟星月直接跑了。还真有摄像头，真有摄像头。我说，还真有，你看。哎，老公，圣祖德贤看吗？圣祖德贤，我们要上下手吗？圣祖德贤，但是他那个没我的好，我就没什么，确实没我的好。我不是背后说啊，他真没我的漂亮。我不看就走了。嗯。就是你千万不能偷啊！于警官说了，于警官在深圳，在广州。如果我在这犯罪呢，应该可能于警官那个也保不了我了。哎，好。哎，那这样我等一下圣祖德贤他看完，你帮我拿一下。好，来。那这样有人在看圣祖德贤，正好在旁边，等会儿我们拿进来看完圣祖德贤神送我们再出去。我那天给你打一下。
冰激凌不看，性价比不高，起拍就80，就尽量推一点有性价比的吧，或者说要么就是这种极特殊的，要么就是这种极特殊的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看圣主德先生送，因为现在有人在排队看。二组跟他互射，摄像头假的，放心呐，你们别穿了我。乾隆金刚杯那个也没什么看头吧，那种标标准准的，就我们看点特殊的。等会儿，等会儿他们工作人员，我们去看圣主德先生送。还有外面很多啊，等会儿我们再出去播。现在离这个 VIP 室近的，我们先拿一下，剩下别的就出去播。圣主德先来源好，出版来源好，但是我们说一下缺点，它不好的是青花款，不是那个釉里红款，就这只。等会儿，等会儿去拿，别急，我们还是再看会儿这个。阿祖收手，受不了手，这个我真喜欢，受不了手。其实我看东西，我觉得我有点跟，虽然我是算个古董商，但是我跟别的古董商不太一样，我总是去刻意的忽略品相。哎，老总，怎么了？好了，好了，哦，好了，已经好了，已经好了。我对我已经好了，已经好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在等那个圣主德先生送。我不敢说话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已经。谢谢啊。圣主德先生送啊。已经好了，我还得等那个，被人家催了，好多人在等着看，我们霸占了太长时间。哎呀，说的我脸都红，怪不好意思。你马上，没事，我不急不急，要不你拿一个别的，我们先看一下有什么空闲的吗？那个从那边开始。你这样你哎，李总，你过来一下，我正好我们聊一下，给大家那个刚好打个招呼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就是恒泽的那个瓷器部负责人，李总，我代表大家问你一个问题啊，就是说，假设我们有的客人那个手上有很多钱，现金有很多，但是呢，来源这个现金可能有点风险，这个财富需要浓缩一下啊，为什么要买你们公司的东西呢？就万一哪天出点什么事儿，这个东西可以。让我东山再起，可以容易变现，不想挣钱，但一定要保值。那你推荐哪一件？一会儿给我们拿过来看一下，你仔细考虑一下这个问题。好，推荐点有来源好的啊。那我不管，就是说，你看我们这个财富有风险，对吧？那万一今天这个钱是我的，明天不是我的，然后我人进去待几年，我出来以后，我这东西一卖，就是还能把这个财富浓缩，又能隐藏。你刚才看得多吗？啊，这个笔筒来了。好。那你帮我们挑一件这样的东西给我们看一下，挑一件啊，就是可以浓缩财富的。嗯，好，就按你的专业水准给我们挑一件，可以吧？好，你先看这个吧。啊，好，我们先看圣主德钱，然后让李总帮我们推荐。哎，这个问题贴心吧？贴心，对吧？你他妈的，我就说一般的古董商能问出这么高水平的问题吗？我估计人家有点懵。一般人谁搭理你啊？来了，看圣主德先生送。哎，昨天那个群里谁呀、哭着喊着要看这个？说出了客户讲不出口的难言之隐。这个问，我觉得我这个问题很专业，充分为从客人的角度考虑问题，要不然你为什么要买古董呢？对吧？你要说你买古董需要别人推荐，那有什么好推荐的？无非你喜欢或者不喜欢的问题。那你需要推荐，我觉得就是这种浓缩财富的问题啊。
哎，这只好像来源很好的是吧？嗯。哦，对，在这儿。老师关注我一下，你要委托这件吗？我，你可以委托我。这只绿金堂旧藏来源，然后嘉德2002，即将出版，还没有出版，但即将出版于，什么笔，什么万象，17世纪中国瓷器，即将出版，北京工艺美术。这只还可以，还可以，不错不错。关键起拍很便宜，还可以比划比划嘛。重在参与，管他买不买的，起拍是80到180起拍，他肯定买不到，就不要太乐观了。反正，哎，也没准拍卖没准啊，万一那个他们那儿断网了或者怎么样，你咔嚓你那口在，我操就，然后现场的人又打个瞌睡，就真的就有可能是你的。慈文浓缩一下，慈文呢不是最近给做期货的要配资吗？在群里不是在讲啊，哪里拍卖？广州恒泽啊，推荐那个吧，推荐个封底吧。封底是什么？我们要出去看吗？都没有，我怎么拿过来啊？这个啊，对，哇塞，那么贵，你小心点啊，我提心吊胆拿那个贵啊。这看完了吗？看完了，看完了。我们等封底，就李总良心推荐。就是说你钱不太方便，你可以把钱换成李总一会儿要推荐的东西。我们看一下啊，我浓缩不了多少，已经很浓缩了。这比茶圈以自身立足的那个窑口好，那肯定啊。不，那你这不能逼着我说友商坏话也不好。哦，我回答一下问题，我看恒泽真品率还不错，不是还不错，是相当。哎呦，躲开！他把封底拿来了。我摸这么贵的东西，我心里很紧张。为什么要给你推荐封底啊？哎，有几个原因。嗯，一个雍正的东西嘛，对吧？嗯、视野的审美，这是斗彩。然后它又是仿那种成化的斗彩。嗯。然后第二个，它又是利剑。嗯。对吧？嗯。然后第三个，它在那个上海博物馆，它是封面之一。上海博物馆它那个有一本。你们从上海博物馆偷回来的？不是，是那证。从上海博物馆证件？不是，是那个跟它同款。啊，同款啊。我吓我一跳，我靠，我这个来源有问题了，那样的话不要跟我挖坑了。神通广大这个啊，斗彩里面最好的肯定是雍正的。哎，前两天那个你们友商，你们兄弟拍卖拍了个小破罐，那么小口坏的，他拍200-300了吧，160吧，怎么有呢？不是你们兄弟公司吗？不能高攀啊你，这个那个是驾驶员属于忘记。我刚想说你们子公司是不是？你们子公司啊？是。那个拍的不错，那个才8公分，那个对，跟蝙蝠一样的。但让我选，我肯定买这只，不会买那只。这个算是一个利剑了，是吧？对，这只全品。全品，品相一流。哦，这在保税啊？嗯，对，它这种是早期款，它这种款。嗯，比较大，写的就有点像康熙那种原字款，对，就比较硬的这种，对，一流。如果是一个碗，对吧？雍正斗彩碗一个碗也得100多万，是吧？所以说我这种东西，哎，这件起拍多少？起拍好像是50，50到80，都可以比划比划的，这门槛不高。前天直播见过，对，上次高总给我们推荐过这只，但是当时推荐的目的呢，是他是出于这件东西真的好。今天李总推荐还是为了给各位浓缩一下财富。哎，这件确实你推荐的很有道理。对，然后它价位也不是说特别高，然后比如说它要是到了700-800啊500-600啊，可能它的人群啊就比较窄一点，因为它这个价位可能比如说它到200左右。嗯。对吧？然后以后拿出来，
他这种客户也比较多，而且这种辨识度高，是是，就是你变现的话可能争议就不存在什么争议了，这种东西上海博物馆也有同款，对，一样，对，尺寸也一样。波光粼粼啊！嗯，好，我们出去看一下再。等等，你收好这个，我有点害怕啊。不怕不怕。还要拿看什么？我一会儿就出去看了，省得你跑来跑去蛮辛苦。我们来看一下。没事啊，你就坐着看呗。今晚看一下吧。好。有人在看吗？我去看一下吧。你看，要有人看，我们就排下队啊。看一下封面，封底看完，看一下封面。就是这件刚才看的，啊，上海博物馆有一只一样的，然后起拍是50，起拍价倒很低，其实他这次起拍价设的都非常有诱惑性。上海博物馆应该大概吧，这玩意儿。你这句话就不应该讲你蛮实在的啊，我这我不敢讲，你看李总，我要说这话李总当面拿罐子砸我，你知道吗？应该我们应该怎么说啊，其实为了就是拍卖公司利益，我们讲这种罐子就没盖，有盖也得是木头盖不害怕，咱又不是不会做。我最贵的来了，这几碗也挺好，也是雍正的。对，如果是让我选，其实杯子和碗我肯定选这个碗，虽然杯子贵啊，要按行情来说杯子会比这个要多卖一点。它这个杯子跟碗，它其实是两种东西，你知道为什么吧？它那种杯子一般都是正儿八经仿成画的，它的画面啊什么的，对吧？对，它这种就是属于是纯清代的了。就是在明代它没有这种，啊，就是到雍正他自己，是吧？开创的一种画片。对，在哪儿拍？广州恒泽。然后我们你明天就拍啊？明天拍。然后大家可以不方便过来现场的话，可以在小程序里面出价。口沿呢有一点点这个小颗，但比较小，不影响美观。到时候要没买了可以做一点。做一瓶。你干拍卖你讲这个话。不是，你给那个你的粉丝嘛。我这次来就是奔着做他来的，你这个讲出来我有点不好意思。我们带着皮尺来了，你这样讲。带着游标卡尺来。我靠，家里啊。陈设摆一只这个牛逼大了，要是我呢，就单独做个柜子，那个射灯照起来。这种东西可能在雍正里，它算不到最顶级的，它在碗斗彩碗里面肯定是最顶级的。对，法兰彩碗啊什么的，那些要比它贵哈。在雍正斗彩里，这个也是很顶级啊。我就算在斗彩这个品种，对对，可能就仅次于法郎。对，法兰彩还有那种好的粉彩，对吧？对。在广州恒泽。哎，走吧。我操，太他妈漂亮了，这只绝了。我操，良心推荐吧，主任良心推荐，前提你预算够，上一上这个吧。起拍不高，但是要做好，我觉得200-300的准备，心理准备肯定要。这个便宜肯定拿不到了，它起拍很低啊。封面。嗯。估计要100个 W， 我估计100肯定买不到，要做好200多的准备。40起。但别想啊，100以内那想都不用想，100以内我买啊。刷卡。我家也有一家属机的，
推鸡缸杯都没订到，那没订到来晚，这不比我做的差。重在参与，重在参与。哇，好，这个没什么好说的，真的就一个字，好了。哎，白天在线还是不行啊，才200，现在也才看看看到这种东西的时候也才200多。下午。对啊。你又没通知。这要是我做的，我估计现在就有600多人看。一定的话，一定货可能要1000。主任可不可以把这个碗弄成片，咱们大家一起分。那这样吧，我们群里面大家那个集资一下，凑个两百多，我们举一举。然后如果举到了以后，我们比如我们10个人一人出20多万，我们就把它分成10份，一人寄一份。主任买下再做，我对有一个杯子我要买，买完了我就能做。我们做完到时候大家分享。但那只杯子我估计生意人肯定干不过我，因为我不奔着挣钱去啊，就是他们肯定都不是我对手啊。这话不能牛逼吹太早，万一明天碰到个神经病那也难说啊。好了，我们出去播吧，我们出去走着播吧。大家想看什么，然后在那个会员群里面跟管理员讲，我们再上手。评论区讲我们不回复了，就是说在会员群里讲，我们再上手。没落东西吧啊，就我们这个直播间就嫌贫爱富，只给老板服务，然后那个那啥呢，我们就不管了。好，我们就随便溜达一下吧。哎，你说这个，这个天球呢运气不好了，那么发射刚好在龙头这里发射，就差了一点。好，小念上，这是啊哈，你在啊？我刚讲啊，比较周正，周正。我是说他这个发射有点不讨巧，就刚好身上发射好，龙头差一点。主要是龙头，这个是不是有什么讲究啊？以你们拍卖公司解释，他们会不会故意做成这样？嗯，有可能吧。神龙见首不见尾，然后你们公司这只是见尾不见首。对，真人不露相啊，那个真龙也不露相。真龙不露相，又。哎，也挺巧哈，就这个龙头这个发射不一样。对，这只姜胎啊。对，这只是姜胎。我是喜欢这只。这只品相没有那只好。哦。这只好。这个。这两只有。对，等会儿我们上手一下这两个，找一个。哎，那边有空位置吗？我刚才就问你，这次要问哪个？我肯定。我操！我待会儿这只。继续拿过去看吧，我怕你争来争去有点累啊。没事啊，给你了。那辛苦。好，我们还是进那个进 VIP 室吧。看那有人吗？有人吧，有人进。有人算了。哦，我们来在这边。哦，我站外面，省得他们这，我们遵守一下规则，别老那个。对啊，这个最害怕了。我都怕直接撞过来。雍正。我可以给你转哈。对，你帮我们讲解一下也可以。这个。对。这个。超细路的，谢谢。主任讲解。哪家大牌？广州恒泽。这只是我见到同类里面画工最细腻的。其实猛一看的时候都会怀疑是那种民国戏路的嘛，因为雍正或者乾隆很少见到这种丝毫毕现啊，操，顶级发色。这次就是感觉看哪个地方都是处处是景哈。对，嗯，细节很多的，拍这一点每个地方都画得很精彩。你看这个连房子里面的椅子这种细节它都表现得很好。最最重要的就是我最感兴趣的是它是个姜胎，嗯，加分呢。刚开始有人说，哎，你这瓶子开片的，我说这是姜的。
哎，好像这个器型的这种发色基本都是姜炭才有这种发色。嗯，好像那种普通炭很难做出这种顶级的颜色。哇操，这个树，这一块是我最喜欢的。这个、对，精彩。来看一下底，哦，底炸底，对，不是炸底吧？不是炸底，哦，就是姜它这开片开的比较大。对，那抱歉，我那个理解错了，就刚好它这进了点脏的。嗯，哦，对，姜它就不可能炸底。嗯。可以吗？可以可以，我们再看一下细节，这个细节很精彩，跟大家多分享一下吧。你这个拍的比我平时我们直播的能清楚多了。嗯，对劲一点，你们这光线好，这个地方你知道吗？你们公司没什么流量，现在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嗯，这两天直播太多了，你们东西就是热度太高了，是吧？轮到我播晚了，这个人家就说，哎呀，看过，但是没有这么细的看过啊。这不重要吧？就是，就我这个解读比较好啊。对，我的问题很专业，对吧？对，每一件东西深入的剖析它，对吧？就是扒裤衩看。对，这件东西来源也特别好，有两个找。哦，对，这个，对，这是。在收藏里面也很重要，嗯，来源，还苏比是吧？有两个，一个苏比，一个加斯。嗯。啊，两个苏比。一个78年，一个97年。就是你们子公司以前拍过。哈陈总，姜胎是不是仿不出来啊？就目前来说呢，不仿的都不太好，但未来呢，可能我这边会有点突破。姜胎现在好像是哈，对，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高仿，但有一种那种仿定的，可能做的还有一点点像，但整个质感又，它会比其实比普通胎要飘一点，嗯，就可仿定现在这个大概有点，这个大概得多少？李总，我们估个价吧，就不按起拍价，你自己估，你估计市场能估到多少？估计35到40到啊。35买不到吧？没有，我是作为你别给大家那个这个下吊饵啊！我觉得35可能有点悬。就作为，但是这只品相极好。如果说那种，哎，之前也拍过那种稍微灰一点的啊。嗯，这发色很少有这么对。是那种灰的可能35能考虑，那这种我觉得够呛。它这种查过有记录吧，有比这小的，然后画的没这好的也拍30来万。对。你看，这个国宝帮帮主人家都，是吧？纠正我们了，我们老说雍正雍正，人家说乾隆，其实我感觉他说的也对啊。这东西严格来说，就雍正晚期或者乾隆，你这个也没什么毛病啊。其实无所谓的，对，因为价格没差嘛。雍正也就是10来年，加乾隆都60年，总共70年，雍正就占了9年，对吧？雍乾大部分还不都是乾隆？对，其实也无所谓。富贵窑那个什么富贵窑那个神经病了，就两次烧裂。算了，这个就，哎，看一下这个，看一下我最喜欢的一只，康熙里面我最喜欢的一只，你们应该是没有见过。这件虽然小，但是很啊，对，你们说这个工艺是什么吧？然后大家知道的打在评论区吧，这个。这种呢我觉得比海常见，对，比海，但是棒槌瓶呢大的见过，嗯，小的我是第一次见这只，而且这只是发色是最一流的，对，包括它的豆青啊、釉里红啊都非常漂亮。就是它漂亮在哪儿呢？它这个青花料啊，你可以看到那种中画这种水墨，嗯，这种笔墨啊就表现得比较好。右下三彩，其实蛮懂的呀、啊。
这是全品的啊？全品，品相一流。嗯，就是五彩棒槌瓶或者小棒槌啊，五彩的或者青花的，可能市场上有很多。那但是你有一只这个，就足够牛逼了，因为不好找。那个开片太多了，这个 MSK 那个开片太多，它不是富瑶开片，它姜胎的当然就是开片了，对吧？因为泥料的配方和釉面的不符合上。你要看啊，你先来。就是姜胎的呢，不开片又怎么能叫姜胎呢？我这有个黑点，这有个黑点，给大家看一下。这有个黑点，但整体品相还是很好。釉里红和青花发色都很在线的，美人痣。啥时候开拍？明天二号拍。拍卖好像说这是太阳，我问一下李总是不是太阳？北斗，北斗南极星。你再看看别的，这只挺好的，黑点有点影响吗？有点影响，肯定有影响，肯定是有点影响的。那个黑点，他们肯定是有点影响的。他在做兼职了。这种也没什么看的，比较标准的，就这种普通官窑我们就不看了，不上手了，没什么热情啊。我看见特殊的，高总在忙，又胖了，最近没跑步，最近营养跟得上。这件啊，不介绍。这个你委托的我就不介绍，我介绍一点你没下委托的。这个工作很难做啊。你过来帮我拿下去吧。这边有。啊，没事，过来拿下去。我是怎么也没想到这么大。大了好还是不好呢？反正换了。就是其实就买画面。嗯，但是我喜欢再小一点。嗯，只有几个片，这只画的很漂亮，但不在正面。看看一起面，我们去那边看吧，不跟人家凑热闹，我们躲远一点。哦，这个展位很有意思，他把那个从乾隆到光绪所有的赏瓶，然后做了一个系列。嘉庆这只估计拿出去了，乾隆。周一还开播吗？再看预展呢，就播一下嘛，就顺手的嘛。哎，这只也拿到了，嗯。哦，这个刘月刘老师在。啊，看错了，这蛮像。哎，像不像？有点像啊，但是就是比人家矮，比他年轻一点，帅，比他帅，但你比他年轻吧，这是你的优势。我感觉你在诅咒他。啊，这点好。我每次见他我都汗流，因为确实长得太像了啊。他这个灯有点闪啊，就大家凑合看一下。道光的这个。
哦，千秋亭旧厂来源好。日本千秋亭呢？你记得国在那卖过？哎，别那乱说，直播呢。对，哎，杯子里面我觉得这只好。但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。是，还不如去那个。对。不如去，还是得去房间里看，可能会好一点。这是刘墉的那只，然后别人在看，我们正好借个光。啊，没事没事，您看您看，我们就。你先看吧。嗯，好。高总说是刘墉的。嗯。眼睛闪花了。嗯，对。对啊，我这边也这样啊。你侧一个角度会好一点点。啊，没事没事，我们就大概捋一下吧。等会儿去 VIP 室啊，是。等他房间腾出来了，我们才能进里面看。你在店里什么？哎。看一下我们群里面那一只啊。灯灯的问题，对，不适合直播。哎，我杯子呢？啊？我要买的那只。它在盒子里。哎，这只挺好，这只推荐一下吧，推荐一下我们自己群友，我觉得这只倒是值得推荐一下，因为现在行情前彩行情不好，重在参与，以前呢可能有十几万的行情，现在起拍才两万到三万。张子怡，等会让工作人员拿一下，我们去里面桌子上看。帮我拿一下钱酱彩那只碗。稍等，他们在拿。恒泽拍卖，对，广州恒泽，人气如虹，炸掉了，全是人。里面有几个点，官窑胎啊，难得钱酱彩里面有这种官窑胎的，但这也刚好证明了这个张子莹是御窑厂画师。关键起拍价便宜啊，这可以参与一下。我怕累着你啊。你嗓子都哑了，我靠！我挺喜欢这只。这只啊，这只还有对早年的来源出版那个。哦。关键它是个官窑胎，你知道吧？要普通张子怡就没什么意思。官窑的我就。张子怡有时候画的顶级的，跟他妈金敏清画的啊。对。反正他俩同事，都是御窑厂的同事。你说他们两个人会？嗯，相互帮忙嘛，肯定互相影响，就是他们这种画法上，我觉得都是受海派影响比较大。是啊，哦，我看看哦，有出版。对，不是早年一个中国历代陶瓷拍卖，对，香港的半岛古玩艺术品，台湾还是香港？半岛不知道，台湾吧？啊，我不太清楚。主任，官窑胎怎么看？就你看这款啊，这款就官窑了，而且它这个质质跟民窑其实有明显区别，就是质量够高，嗯，手感很好，嗯，就是它就是它这种官窑胎嘛，嗯，就是别的品种上也有很多这种型，嗯，你像它一般到这种胭脂红的这种碗比较多，嗯，对，形式一模一样的，对，它到晚清啊这种烧胭脂红。就没有霁红了哈，基本就有芝麻点有影响吗？如果没有芝麻点，他就不会画这个。哎，你说，就我们公平的讲，嗯，你说这点东西呢，它这个胎，当时是因为这个点筛选下来才画钱酱彩的，还是说真的说宫里面有这个要求，然后就是要画钱酱彩，也就是说承认钱酱彩有官窑，还是说官窑这些画师？然后因为一些动乱，然后或者说别的渠道，从把这个胎拿出来画了。我觉得，嗯，钱酱彩应该是没有被这个
皇宫里面给认可。但是那个台北有一对周友松的花盆啊，它上面有什么款吗？没什么款，不过看瓷器照片啊，也有民谣瓷器在瓷器照片里，所以这个事儿说起来也很有意思。嗯，这只推荐啊，这只我觉得，反正现在行情钱财低谷。如果说，嗯，你有确切的证据，比如说在清宫档案里面，嗯，你记载到对吧？嗯、但是说什么下旨、嗯、哎，这种画法啊，皇上或，但档案里没有。对啊，他没有，确实没有，他没有明确的那个记载。啊棋盘两万棋盘吧，好像就棋盘价很低啊。嗯、但是以之前，比如早几年那个行情，这种碗可能十几很随意的。嗯，因为嗯，然后你再说这种官窑胎的、嗯，我们应该见过一个叫体和殿的。哦，对，它不是一个那个盆、那个盆，这就是最大的吧？云南画的，对，云南拍的吧？对对，这个真的没办法，好像是拍了100多吧？这个说不对，挺贵的，那只挺贵的。它那哎，你看这个，其实它采的这种墨彩跟那个盆几乎是一样。那只盆理论上应该还是偷偷的把它拿出来。对，其实我觉得，嗯，我还是这样子，我觉得，嗯，你想一下，嗯，皇帝在这么远，对吧？在北京，这个御窑厂是在景德镇，嗯，对吧？对，管控不力到位。他如果要找他画这个，肯定是要下旨，有清宫档案有记载的。他不，他如果他这个东西是在北京画的，对吧？对，有可能就很快了啊。对，就比较。哎，你这个我想起一个事儿，就是说我们之前聊过一个很普通的东西，但是用的苏麻离青，就真的很普通。然后他们就讲这个苏麻离青有没有可能民窑会有啊？怎么样？算没对呀。那是没有，但架不住偷啊。对啊，所以没有没有绝对。像这个就是很典型的案例，我觉得就很有可能他们。什么监守指导或者怎么样，把这样胎拿来画了浅青彩。嗯。哎，有人找你委托这个。嗯、谁委托？客人啊。哦，好。这个记住。啊、对你委托的就找董事长、啊，找董事长，或者你们自己在那个小程序里面，然后你们买单的时候，到时候跟我讲就行了，然后我让李总给你们做那个做佣金的折扣，但仅限会员，非会员我们就不管了。对，只限有联系方式。对，只限会员有董事长联系方式。哎，还有一个那个也是官窑胎。我们既然说到官窑胎，我们再拿一件。好，好的，好的，那辛苦你啊。这放哪里？哎，放那边，放那边，那个角落上。左下角，对。对啊。哦，对，你别乱举啊！这个我，所以我们只能接会员的，因为你当时拿我牌子，他妈你举完不付款，我付我真受不了啊！是啊，我怕，对吧？我们来看，这不民国吗？这个彩是吧？可能是典型的民国的，对啊，对吧？但是它这个胎确实是一个光绪的官窑胎。哦，对，分量其实不用看底下，提起来这个分量就知道。来，我给你。哎，这个就比较有意思啊，是吧？对，这个款也是典型的光绪官窑，就很典型。哎，这算后家彩了，算后家彩。民国后家光绪，民国后家雍正比较多，但我难得干这个民国后家光绪。应该亲切，这是你同行啊。我前辈啊，这不这是我祖师爷啊！快，我跪下磕几个头啊！哦，这旁边料子。但光绪也没做过什么这个料边这种，这光绪都没这个制式。他这个料边其实还是想仿青花那种感觉。对。啊，远看可能。哎，更搞笑！你看这里面是什么？他是仿那个《麒麟上》，是是是，但仿的又不太好，是就很粗。哎，不过这个很有意思，就是你看，光看这个彩，我们可能有可能就觉得它有点像假的哈。你比如说看这个。你别老这么说自己公司拍品。没有。哎，这个我觉得。可以解释通的，就是说当时没用完，然后库存一个纯白胎，然后又被加工起来。哦，我知道这东西谁做的。如果按照这个线索来推导的话，那真相只有一个，江西翠公司应该是，对吧？他能拿到这种胎是吧？对，因为库存本来就在江西翠公司。然后，而且这种民国早期的这种画法，还有蓝料边，就典型的那个瓷业公司，
这种东西啊，因为你如果只看这个花，其实我们是可以见到那种碗，然后底下写清华款的江西瓷器公司落款，一模一样。那不算后家产，人家自己做自己的东西。江西瓷器公司前身不就是医疗厂？后家产，那时候都民国了呀，这个胎可能都放了有十来年，有可能啊。哎呦，不止啊，你光绪的话，不止十多年吧。也算了，我脑子不好，咱就不算这个数字问题。嗯，东西还是挺漂亮的。对，如果你能按照普通民国赏瓶的价格，然后把这只拍下来，那就算划算，因为它毕竟是真正光绪官窑胎的，要比那种矾红款的普通的民国的可能要强一点。我们这是有套散瓶，把这个剃的那个长一点的，就有点乱。这只起拍不高。起拍40000吧，我记得。哦，那便宜，就还是按民国的来拍。对，这就是昨天有人问我，他说这是应该什么价钱？我这是应该是次于纯民国的，然后又低于那种纯官窑的，属于对吧？属于中间的。但是如果我买了，你接电话啊？哎，刚好他走，他接电话。如果我买的，我肯定是把彩洗掉，然后换个摆碟的，对吧？摆碟的值钱。云浮的我都不怕，我就。你在这名目在哪里？没有啊，那肯定啊，那利益最大化就是把它彩洗了，画我白天。没有他的那个，哎，看后面是谁？副总好。面熟啊，都是行里人，全是基本都在。早上大梦爷爷在，昨天范阳也在，啊。都在拍视频，就当买个摆摊，反正他起拍很便宜啊。就你这，听得到啊？对，我们可以合作，你买完以后再找我们。就是李总挣完你钱，然后我再挣你一笔。我们那个刚才粉丝说了，他买这个，他委托一下，然后他买完以后把这东西给我，让我洗了画摆碟。你觉得这个方案可行吗？可行，我就怕洗开这里面他妈是酱油的。好吧，然后这个花纹摆碟又出现在友商的这个拍卖公司。对，你们跟哪个拍卖公司有仇？到时候暗示一下，我们干他一下。没有仇，没有仇，没有仇。素笔。没有没有，那个，就是你跟我直播，我可能有点随意。别送回来拍啊！你画完了，别送回我。这不是就回流吗？对吧？好，好，嗯，哎。就那个盆型有点像，看一下那个仿，那个青釉的那个好，等会儿给你看一个，被别人拿去看，我们要等一下，其实那件有可能剪了，待会儿给你们仔细分析一下啊。你们有没有什么喝茶方便的？然后东西又不是特别特别贵，找点杯子是吧？对，喝茶方便一点的，就是主要是。哎，这有啊，就比如我们有些客人他开滴滴什么的，可能预算不够啊，是吧？就每个月那也能参与一下。那买保温杯啊，那骆驼祥子也要用瓷器啊？不是啊，开滴滴，我靠，开滴滴你让他拿这个喝茶有点过分了。这个杯你看一下，挺好啊，质量很好，因为包括口的金什么保存的比较好。这个杯子我看过一个圣德坛，它从龙的画工啊、工艺啊，都一样的。描金的，它金的状态很好啊，就是其实这个金子是很难保存到这么好。哎，你们看这是谁？大门老师。他也在直播吗？对。哦。骆驼祥子过不去，我就是被那个开滴滴那个上次在我视频里啊给我骂了一顿，你知道吧？我现在他妈见滴滴我就难受。没事，我那个，我们公司有时候或者什么发的东西啊，也有很多那个都在下面评，全是假的。什么我那个故宫放货啊什么的，他们都这么评的。我那天我气不过，他说我那个东西不好，我说你他妈个骆驼祥子，你懂什么啊，是吧？你。我真是气不过啊！这个多少气？啊？
这个多少起啊？看看啊，嗯，四万。让你推荐个便宜的，你刚才拿个这么贵的，有没有更便宜的？比如屋底价什么的？有，马上。但李总不推，不愿意推屋底价，浪费他时间。哎，这样我们一会儿在直播里发起一个活动啊，然后我们会员群能参与的。稍等一下。杯子好啊。哇，这个屋底价？不是，这个是。这不可能屋底价，这我是，哇，你这个诚意太足了，这种都屋底价。这种典型的光绪官窑，标标准准。哎哎哎，董哥，哎，你好。能喝茶？好。这种矾红的能喝茶，但是彩瓷的那种。好好。两个是吧？两个标间是吧？内松石的我不推荐，但这种矾红的没问题啊，就是。好嘞。好，就是铁吧，没关系啊。好，好，好。呀呀，主任直播，对哦，再看预展。好，我马上给你安排啊。嗯，你发个名，你发个名字给我，你发个名字给我。好，嗯嗯。哎，这俩是原装一对吗？嗯，这俩是原装一对吗？是。哦，款一样吗？嗯。这种龙杯假的很多。嗯，你看那个国宝帮帮主，他哪是国宝帮，他这个撒谎啊，起个这个名字，他的估价看年份都蛮准的。这个他这个名字有点迷惑性。这个喝对，这个喝茶喝酒一流的，然后这种也对啊，娱乐主播啊，我啊，这个口有点崩啊，李总。对，有一个有点啊，我以为刚我敲那个，不是，是不是你指甲给搞下来的？那按起拍压给我算了，我赔给你们。不是你搞的。哎，我们问一个，就跟可能跟那什么没关系啊。假如就预展现场摔了一件东西，嗯，我应该怎么赔？这按起拍价赔还是按什么赔？这个啊，哎，这个嘛，有点问题，没想过，没想，有保险吗？有保险啊？哦，那不用我赔，不是还得赔啊？那你不可能饶过我呀？我看你是喝完酒摔的还是怎么的？喝完酒摔你是全责。哦，嗯。正常出现这种事怎么办？正常出现这种事情，这个友商有出过这种事吗？有，我都碰过。就是看预展把东西摔了。然后他会通过不断的保险公司他不会一次性赔给你的，他会不，比如说你这东西十万是吧？他会给你先有毛病了，他给你降到八万起。八万起不行了。再给你降到六万。六万不行，再降四万，四万不行，再降两万，知道吧？他不会，保险公司赔起来这个很麻烦。哎，那你们会追究这个，就比如摔的人嘛责任？这个其实是不太好追究的，但是现在是全都有监控啊什么的，就看你是不是那种故意的，对吧？对吧？故意的就判刑了，那就没保险公司什么事儿了。你恶意的，好好的赔。你别表演，这个不好表演啊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大行摔了就摔了，我怎么他妈他大行就是大行摔了才好办，就大家好协商。大行钱多嘛，对啊，你行里人其实好解决嘛，因为都知道行情在哪里，那适当有个折扣的赔偿就可以了。哎，这不吉利啊，说这话。换个话题。你怎么开始？对，不是我就好奇嘛，就是这个啊。哎，就是如果说。我有个朋友啊，他干房地产的，然后这哥们儿蛮有钱，河北的，然后他特别喜欢喝酒，每天喝两三斤，经常摔瓷器在家里。如果下次你们公司有什么就感觉卖起来有点悬的，我把他带过来，然后我给他灌点酒。我们俩那算诈骗了，不行，你给他上手，对吧？咱这不是成交了吗？当时吧，啊，可以啊，教我做违法的事情。
点，我没有点名是谁啊，他们都猜到是谁了。那他不能买真的，他就买点那个。哎，不过他也蛮聪明，你真让他赔付的时候，他不会拿现金给你的，他有房子，他拿房子给你抵，他开发商，他那房子，这也麻烦。给哪里的房子？烂尾楼。没有，真的，这在你直播间又挺有名的这个人，大老板啊，大老板，我们的好大哥啊，还有什么适合就是茶？哎，等会儿，我别着急，我先问吧，有没有适合什么茶友的？就比如说可以当做壶承啊，或者说一些杯子啊这种，价位跟我的东西价位差不多，啊，要不看无底价的呗？对，无底价，你推荐一个，就是你感觉价格跟我东西差不多价格。这东西都得好几万起吧，哎，这也不贵嘛，就有几千块或者一两万的这种，没有，找不到，有，就不漏水就行那种。嗯，小富子，要不，哦，这便宜买不到啊，这个雍正啊，雍正墨骨，哎，我们马上要出一款墨骨杯子，正好提前剧透一下。哎，这个问题还很小的问题，只要一个小鸡爪，但品味很高，这种东西，我靠，让你推荐个这便宜点的，你来一这个，这款不可能便宜啊！我感觉你直播间的人的审美品味都很高，啊，你拿个这款的，这就不可能便宜。推荐一般他们肯定看不上，没用的。昨天范老师确实在的，范老师直播的效果会很好。范老师他。他直播风格跟我们不一样，他流量比较大，因为他也跟那个鉴宝的那个叫什么节目，华山论剑，华山论剑，对，比谁剑啊？对，华山论剑，就是我们能力肯定跟他这个有点差距，就是我们在线人数只能有200多，但我们实在啊，我们说实话，这个棋牌多少？这个棋牌啊，买回去可以当护城，底价，这个底价，无底价，重在参与。当然，什么一两万肯定买不到，别听他忽悠，这没机会。没有，我得给主任推荐的得对得起你们直播间，是吧？对，哎，但也没准儿，万一说你们这个无底价出价的时候，咔嚓那个网络崩溃，对，我操，就你那10000，然后现场的人都打瞌睡了，你的了。对，网络崩溃，现场全都昏睡，你要押韵。我有个办法，这样咱们那个群里呢有什么想买的，然后委托我一下，我晚上我买个那个信号屏蔽器，等拍卖的时候我在他们现场开起来了，所有电话委托让他们打不进来，都是我们群里的。喝点水啊。好，谢，我也渴了。没放东西吧？没有，我们要给你们公司装网络屏蔽器，你别，现在放是吧，啊，来得及，我怕。哦，谢，你看你粉丝给你啊，这是你们工作人员吗？这是我们公司的。哦，我说那么漂亮啊。哈哈哈哈哈。是吧？太漂亮了，不是我们公司，我们公司没演啊。我们哎，看我们有专业做这个设备的，在广州附近嘛。来看看，那都不是考试什么用的吗？哎，那个有一个盘子，是不是我们粉丝委托那个送拍的？什么？有个鱼画鱼的盘子啊！对，是我们那个去我们会员委托的。哎，我拿过来看看。来看看，给他推荐一下。好，对吧？就咱说这个肥水不流外人田啊，咱们自己人送拍，他自己人买回去，给恒德做贡献了。我操！他在现场吗？哦，别人直播拍到我们了。主任张口就来泡妞，肯定我他董事长在旁边，董事长不在旁边，我就不是动嘴的事情了。好，我看一下这个良心推荐了。你知道这件他在国外买的时候，是我帮他看的，我劝他买的。然后他要卖的时候，我又推荐来你们公司卖，然后再在群里面卖掉。对，然后我跟你说这件东西，买肯定是我们自己人买的。嗯，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呢，
青花釉里红的三鱼图，釉里红发色青花都是非常非常好。最关键是他们公司把这个东西给标晚清了，要么说你们业务有点问题。嗯，这个东西怎么能看出？宣德啊，你这个怎么看呢？宣德，这是苏麻离青啊？这不是苏麻离青吗？你看这个铁锈斑，等会儿我找个铁锈。啊，确实没有啊。哎，这个当壶承很好啊，这个就是说可以装点瓜子啊，什么都很好。我在配合你，我关键是起拍价很低，我得被公司开除了，估计。我也觉得是。说我的业务能力不是，你们公司有没有什么这个？出去保安不会打我吧？我直播聊讲讲。没事，你是娱乐主播嘛，你不说自己。对。这条鲶鱼。哎，你知道吧，其实我应该委托几口买这个盘子，你知道为什么吧？在古玩行里我就属于这个鲶鱼哈。对啊，我搅动市场。对，又滑又抓不到。哎，你又没拿我没办法，又凶对吧？我做人做事又他妈没有底线了。是哎，那天我前两天直播骂人，你知道被人录了屏，然后他们就在讲我说这个主任老骂人，老这攻击别人。我说呢，这个我转下屏幕啊，我说我们古玩圈你要想这个有一点江湖地位，无非两个方向。第一呢，就是像李总这样，就是人缘好，朋友都给面子，到哪里呢这都是大哥。要么就像我这种，就是随时发动攻击，咱有这个核武器啊。嗯啊，不行咱们他妈就毁灭吧。对，对不对？也共同毁灭不了，就毁灭他，你还不会毁灭。我毁灭，我也毁灭。主任，再看看底款可以吗？好。这件呢，我别的我不管啊，这件我包了。因为这个我帮那个我们会员在国外买回来的，然后也是我推荐他送拍的，所以这件个人包了。对，嗯，这件很好，其实我的哈，晚清民国，真的吧？宣的，宣的，宣包宣的。这个，嗯，做个壶承可以吧？或者壶承有点大，说实话，放点点心，瓜子、花生特别好，对，是吧？也腹有这么深，也不太容易洒出来。哎，你说，他画这种三鱼图有什么寓意吧？这个是鲤鱼是吧？这是桂鱼，这范海洋，这崔凯，这我，懂了吗？我拿走吧。聊不下去了。聊。啊，给李总吓走了。哎，等等，让李总再来一件，我们就慢慢聊。手机还有30%的电，聊完以后我们就自动关机就下播。然后大家有什么感兴趣的，或者我们自己会员有什么委托的话，跟后台跟董事长联系啊。对，跟我说。嗯，对。崔凯是什么鱼？崔凯应该算什么鱼？鲨鱼。我去告诉他一下，来看看这个吧，这我觉得是挺好的。给大家看一块地板砖，肯定是官窑。对，就是一直也不知道它到底是干嘛。这是那个调平质中间的嘛？会不会是什么家具上的，或者在墙上的？哦，对，有可能是家具的一个。哇，这个字写的漂亮。哎，你们公司为什么就这样把它给展出来？其实应该做个差评，刚好把这个做掉就很漂亮。那不切得更破坏了？不用切啊，然后你坐到木头里面，其实就挺好的，把这一块嵌进去。对啊，嵌进去。对啊，这就成那个全品了。那你给你们那个朱子家训啊，黎明即起。说早上起来先要扫地、扫庭院，是吧？对啊。其实这个写错了。朱子家，但这个朱家的家训是让早上起来叫清洗清扫庭院。嗯，你知道朱子家还有个臣子家训吗？我不知道，就是我们家，我们家祖宗也有个家训，
这个黎明即起，上厕所。哎，这是一对吧？啊。有客人问你，这个太重了，报你名字吗？还是跟？对，你跟我说一下就行，不用报名字也没用，你跟我说一下，然后跟李总打招呼，就是佣金的一个折扣问题。好，到时候我们那边那个，到时候我。如果是我们会员，然后我会跟你们讲，然后你们给做一个适当的折扣，没问题啊。就是你拍完了以后，嗯，要付款前跟我说。对对对，然后你跟董事长说，让董事长然后把名单给他就可以和还有和那个那块也行。好，你看一下。但佣金折扣也不大，就是那哎，反正省一点是一点，对吧？聊胜于无。对。这块估计没缺太多哈。这个哦，他两个是一个标题吗？对，这个字下来全吗？不全的。其实你看这种画工啊，这个字在那个字家训好多字的，在那个玉题诗那个，就是有一个那种大屏啊，你看见吗？边上也有字，还有同一个人画。你知道唐寅那个四条屏啊，画法和颜色是跟这一样的，就是唐寅那种。甚至你这个字，我仿佛看到了一点唐寅的气息啊。就别人的字我不认识，但是我老乡我还是蛮熟的，因为他喜欢甩这个。这个尾巴挑这个尖，比如那个笔筒，唐寅那个墨彩笔筒就是有。哪个派？广州恒泽，广州恒泽。这两块瓷板成色来说挺好的哈。对，其实买这个乾隆粉彩呢，你买到这种就算很好的，这算顶级了。对，这是粉彩里面比较标准的，而且质量上乘。最关键是它带书法，对吧？我们就算。就买这个字就很划得来。然后如果买来学习的话，这两块也可以哈，就是学乾隆粉彩。对，这已经算很顶级的了。而且你装饰性强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框，然后把它包在那个木框里面。但他们公司比较小气，他们公司没有做框。没有。不过这样可能机会留给大家了，就。对。嗯。他们公司小程序就叫广州恒泽。对，你可以搜索广州恒泽。对。恒泽拍卖是吧？对。恒泽拍卖。网络有的，对，哎，你们那个网络的押金比例是1:10还是1:8吧？1:8，对，就是大家要提前出价，可能要提前往那个他们那里。看了吧？这恒泽拍卖，你看照。哎，你转发到群里面，转发到我们会员群啊，别人的就不管了，就是我们转发到会员群就行。晚一点那个，我下播以后转发到会员群里面。有，之前就有合同了。对，然后你们拍完了先不要着急付款，然后这边跟我们讲一下，然后可能有个佣金的折扣，然后省的钱呢你再以现金方式转给我就好了。怎么加会员？现在加不了，我们会员是邀请制的，不公开了啊。就等下次我直播你就可以加会员了，这次先不开。哎，我真觉得这个很像唐寅啊，这个字。好，我们来下一件吧。哎，给大家看一下背板，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背板倒很有趣啊。凡是看到这样的背板，必定是清中期。晚清没有吧？晚清。到了晚清就是打金的嘛。哦，晚清原版有那个道光的原版可能会有，但方版里面，到了晚清民国呢就开始做打金的。对。这种在你们那里工艺叫什么？就是这种。好，刚好放在我给大家详细讲解一下，就是说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扎点。其实它呢是在烧制的过程中，底下为了防止和匣钵的粘连，会打一层那个稻壳的骨灰。不是骨头的骨灰，是稻壳骨子的骨灰。然后这个釉面呢就会形成这样，甚至有些我们都能看到一些完整的那个稻壳的形状，就是能找到。对，但这个比较碎。但背后你看到它也有釉眼，你看到吧？是，会刷一点釉。而这种瓷板，这背面就很好看，很好看新了，不是说这个背面好漂亮的意思，对，很好看新了。好，我们下一件。这个我啊。这三件比较推荐，推荐哪个？是我们客人。
大哥，我不具体指哪件，因为公开不好说。第一件不推荐，第二件不推荐，第三件推荐。好，来最后一件推荐。听到了啊。对，因为我在现场看了，第一件没有性价比，不是不好，是很好。我今天还跟我一个来现场的朋友讲，我觉得那件题材很好，但性价比很低。然后第三件推荐非常好，那件东西。最后一张。对，李总来我们就不说这个什么不推荐了啊，我只是。你不推荐了，是不是你自己想买的？我靠，你高啊！你这个，你是那条鲶鱼啊！我才发现。你不要老照着我，不好意思。没有，这个，哎，你个人账号什么时候开播啊？我非常喜欢跟你连线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就是我们俩聊天比较放松。我不喜欢跟高总聊。高总在不在啊？我为什么不喜欢跟高？他妈，他专业性太好了，你知道吗？他一弄就，什么乾隆几个儿子，嗯，对吧？他。那倒无所谓，你这个历史知识比我丰富，关键高总老反问我。对，那你知道什么？我哪知道，高总他那个他学历表，他是博士，他是武汉大学。哦，哎，他在做拍卖之前好像是金融行业的一个非常顶，对，说什么总裁助理吧，是吧？对对对。那我所以跟他直播有压力，就咱俩都差不多。对，他是幼儿失学的半文盲的。嗯，然后跟你讲历史，我对他老给我上课，我对他有压力。哎，但卢哥没有露过脸啊。卢哥啊。嗯。卢哥有点不愿上镜是吧？对，颜值不高。还行啊，哎。上镜。好，我们接着走走，然后对一边溜达一边看。哎，等会儿我们再看一个。你拿那个乾隆的那个绿龙，我不让新武，让俊哥拿了。好，我们刚说一下有个项目啊，就是大家看有没有兴趣，有兴趣的话，我们在群里那个到时候参与一下。这场呢有一个乾隆观影窑豆子，一个绿龙啊，今年他们说是绿龙年嘛，是不是有一个这个说法？我不知道叫龙年，龙年，但是他们说今年是绿龙啊。但是这个封建迷信我也不太懂。然后这次呢，我刚好看见这件质量很高，其实要比同类的这种乾隆的这种绿龙要好一点。嗯。但是你知道哪最好吗？你以专业的眼光来说，你觉得哪里最好？材料好。没有，这个冲线好。哦。因为你没冲线，我们就干不动了。啊，我们现在有个计划啊，就是针对这件东西。群里面会员有兴趣的话呢，我们咱试试劲，咱们一起买这个。是，这件我们买完以后，我们做成新的，对吧？嗯、我们做成新的，然后这件好像也是无底价。这个无底价。那也不能相互顶啊。不用啊，我买啊，然后大家出钱啊，啊，这可以吧？对吧？你们帮我分摊一下成本，然后谁喜欢的，最后我们做完以后，然后这件东西再给谁，然后你再把这个本钱出了，我们不赚你钱嘛。然后再把本钱出掉就可以了，这个方案很好。我们集资干吧，我经济上有困难，我后面大哥都，哎，要以此类推，那个鸡碗我们也可以比划比划吧。当然，一百个人出，一人三万，三百多万，我估计一般生意人干不过我们，绝对干不过啊。哦，你刚到呀？因为我刚跟杨哥说，我说东西到了，让他看一下。好的，嗯，好，拜拜。无底价起拍，无底价，无底价起拍，不是四字款，六字款，六字专属款，款其实不算漂亮，但它身上这个状态好，这个一般这种绿龙很容易发黑，嗯，你这个还是保持的比较好，就挺透的，我还蛮喜欢，刚好有冲，完整的我也不考虑，买吧，喜欢，我以为你要送我。我买回来送你，真的呀？真的，200多人在啊！你这个马上300人在，你再说一遍，拿着东西说一遍，大家录屏。我说你买下来送给我。我操，你这个，你比我还要无耻啊！广州恒泽，嗯，广州恒泽，然后这是瓷器，这是他们公司老总啊。买的没有那个业务经理，怎么不是？这不是你老大？高总是老大啊？哦，我以为你是呢。不是不是，哦。那你老背后小高小高的，我操！你这个逼装大，那高总听见不高兴吗？你老小高小高的，老搞的那个，把我们搞的内讧。
不行算了，咱俩干嘛？它这种它这种绿绒的，它有两种款式的，嗯，它还有一种，你发现还有一种带暗刻的，哎，对，那个海水龙纹的，对，嗯，那种东西在嗯正德的时候好像是吧？对，那种绿龙盘，对啊，哎，乾隆好像也有带暗刻的，哦，不是，那会晚一点啊。乾隆也有带暗刻龙纹的，对，有，它有两种款式，嗯嗯，不一样的。那个是在水里的，这个是在天上的。对。好，这个我们啊没有，我们就溜达一下嘛。啊。来，让那工作人员放下吧。好，我们接着转，我们一边走一边聊。往哪走？啊，溜达走吧。哦，这个很好，但我不太推荐，因为这种东西现在很热门，估计你们买不到便宜。哦，好，那他帮我拿一下。我说这种我就不给大家推荐了，因为现在很热门啊，估计拍的会很贵很贵啊。哇，这块画的好，是吧？对。哎，这种东西肯定贵，就没什么好说的了。现在最最最热门的，对，这你们征集过来是真不容易，一般只有苏家才有这种质量的文人画材吧。嗯，哎，我们从头捋一下。哎，我们看这个吧，我先捋一下吧。对，哎，你把我今天发给你一个截图给我看一下。哦哦，好。嗯，对。等一下。嗯，这件事有点那个瑕疵是吧？对，修了。对，有点修复。瑕疵还挺大。对。但这个东西，乾隆这种画这种福禄寿三星图大尊，这不没有三星吗？就福禄寿吧。对，福禄寿不就是三星吗？是吧？其实为什么我特意要看一下这个呢？嗯，因为完整的就太贵了。完整的估计这个完整的应该要个五六十万，买不到吧？尊的，我们浅量彩一个尊也得几十万啊。对啊，你是乾隆的，而它没款啊，底下没有款。但是这个装饰性很好，最关键它是破的呀，就是有一些它简单修复过一次，如果买回去可以再进行一个商业修复，就会很漂亮，寓意很好，然后家里摆这个就很气派啊。这个才三万几百。对，嗯，成色效果强，蛮大呀，才好，然后面部细节绘画的很好，最关键就是它是乾隆的，它是乾隆的。不是，你如果花，嗯，比如说，嗯，五六万块钱或者八万块钱，嗯，买一个盘子，对，就是放在那里，感觉肯定没有这种成色效果好。对啊，同样的价位，对啊，我们不说生意上的事，说买卖的关系，然后这件适当的商业修复，大概花个一两万。就可以修得很好很好的，然后你放在家里，然后再非常气派，再花五千搞个玻璃罩，独立展柜罩着来。对，这件很好。这个人物它的细节，所以近距离看。对，所以这件我觉得就可以考虑是，真是花小钱要装大逼了这件。嗯，这件三万起。没有款。嗯。但是三万起拍，我那就对，可重在参与吧，就不说什么了。毛病挺大的啊。对，瑕疵也，它有过修复，然后这口部，这缺肉嘛，被大家抢起来了，不知道这个这里面可能也听不出来，它进行了基本的修复，但有些细节没有修复那么好，这很多年前修的应该是，对，背后这个鹤也漂亮，这只是三万起拍，对。我是觉得，如果我们不考虑什么赚钱不赚钱，居家这种陈设，嗯，就是它太好了，它性价比太高了。就是你如果一直做的这么好的新的，可能也要八九万左右，嗯，但它是个老的，只是它碎了嘛。空降广州，对，这个可以参与一下，起拍价低。好，啊。推荐，良心推荐。嗯，哎，啊，好好哦，对，
这个别看了，这个我想举一举啊，你先举着，对，看一眼，看一眼啊，看一眼。男生这种款就不是官窑哈，有点糙。对，这东西很一般，底下都黄了，大家别买啊，谁买谁吃亏，这玩意儿，那脸都没了，色儿都掉没了。做的好违心。哦，还有个冲，啊，这个没酒瓶吧？这叫酒瓶吧？牛栏山，就大家别买啊，这个啊，谁都别买啊！我再看一下。哎，你说它是随款的？没款吧？嗯。看风格，看树像任焕章。嗯。看美女有点像汪詹好。有像。哦，你说对了，应该不是任焕章，对，还是汪章的可能性高，因为这边任焕章不太那么画。而且这个线也对，跟任慧，我说错了，你说对了，王章，没底款，哦，有底款，刚看完。这件是无底价。徐善琴离得远，这跟徐善琴有什么关系？这个别买啊，这不好啊，大家别买。这件也挺好。来看一下。嗯。啊、哦，可以啊，看一下，我们看一下，就近吧。这件性价比也高，它就是底足一件毛衣。这种东西，起拍价低吧？你说，但这种不可能拍太便宜啊。它说，哎呦，这个发色好，嗯，画工也好，凤尾尊。哎，其实这个也可以，因为它底上有毛病，对于陈设的话不影响。嗯，就底是一点坑。对，也没什么问题啊，就这一点吧。对啊，问题不大。下面都没毛病，问题不大。嗯、但画面够好，题材也好。低不了啊，对，这种想捡漏不要想，就尽量别，就说买的稍微便宜一点吧。你要想捡漏这种东西，不可能给你捡漏的机会啊，大家都看得懂的。捡漏的还得是我直播卖货那漏大，那康熙官窑几千，雍正官窑也几千。好，哎，上面《西厢记》，下面它什么？上面是什么？也是相机啊，他们来个萧何月下追韩信，给我问懵了，这哪有没看到啊？不可能，上面《西厢记》，下面《西游记》吧？啊，也有这种离谱的事儿，我见过，也有离谱的。小心，这个有点。哎，你们这个工作真辛苦啊，溜溜一整天。大家点菜吧，喜欢哪个点哪个。雍正，哎，这个底款很有意思啊，万圣生计，是读生吗？那个字？我不太认识字。嗯、这个没有我们的好吧？对吧？啊，李总在。这个实用，给你们买回去插花。对。嗯。哎，这算帽筒吗？是箭筒还是？看看，超大的帽筒，大口径帽筒。不知道您过来的话，提前给您安排。嗯，很重啊，按经脉。嗯，博古清供图是吧？啊，对。哟，这个年份也还可以啊。嗯，猛一看以为光绪，其实比光绪要早。应该是那个道光嘛。道光。啊，因为这种细节，嗯，这一看道光的。哎，你放那看不出好看，这么拿起来看蛮好看的。这个是挺好看的。对，这个还不错。刮骨，哎，我有个脸盆跟这画的很像，这个头有一点点，有个小的，哎，小飞屁，哦，上面还有画了灵芝，对，对，你说这是大笔筒会不会？你真是干拍卖公司，什么值钱往什么上说，你怎么不说大马桶呢啊？插花蛮好，哎，这个插花，花器。对，花器，对。哎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，这个估计不贵。嗯。3万块钱。对，几万的小几万的预算应该能可以参与，基本上干。哎，对，谁要今天谁说来买标本，给你们推荐个标本吧。
然后哎帮忙看一下这个等会儿啊，好啊，买标本的话等会儿给你看一个，就我很喜欢，真的画得太好了，对，来再看这两个盘子，对，我要看这个五彩的，这就是好，可惜啊，可惜它是破的，嗯，这完整的卖多少？完整的啊，我感觉这一块完整最少30，不可能30买到，你这个估价老好保守啊，怎么现在？老板送你。啊，谢谢老板。他这个材料很好，就是画的好，然后彩也很好。如果要不给我们讲几句啊？不露脸啊，好。这行情30美元，完整的，完整全品的，没有说这个破的。他这个他比你还保守，是吧？李总说的是李总会买30，其实也轮不到你买啊，这种要完整的。这个人是不是也是古董商？不可能，古董商不可能估价这么不精准吧？这种完整30肯定买不到啊，就目前康熙五彩的热度。这画工很好，对，这个标本一流，盘子架起来放到那个条案上面，对，就很漂亮。但我估计啊，这个就现在这个热度，肯定预算要做高一点，要打一场硬仗，因为这个要做多少？10万？我觉得大几万的准备要有。你真起拍3万那种想都不要想，因为这在同类里面算。顶级了，破有破的好处啊，破的东西呢有一个很大的优点，就是便宜，呵呵，就是会以一个较低的成本，毛病挺大，嗯，对半了，不止对半，还有点，对，这边还有点碎渣，越碎越好，我还嫌它不够碎，碎成100多片好啊，那就是我的，你们抢不过我，哇，这个小孩真好，你看这个大头娃娃，对，凭良心讲，嗯，所以比我画的好，我就谦虚一点啊，这次网上我不这么聊天了，嗯，这个看了真的是画的好，看来挺喜欢五彩，我们要多看看五彩，孙哥可以考虑这个，孙哥跟他们干了，孙哥，北京孙哥，对啊，3万起拍，来，那个也挺好，为什么我推荐孙哥买？因为如果是孙哥买了，他可能会先借我用一段时间，就跟我自己买没什么区别。孙哥也对这个陶瓷研发这一块也比较感兴趣，那太感兴趣了，嗯，那个饮中八仙啊，都孙哥在主导下我完成的吧，哦，好，我给你们看一下这个真玩的花啊，这个什么的屁股连在脑袋，屁股几个小孩，1、2，这只是数头就行了嘛，哎，这个好像也是有点对半开吗？好碎粘的，它有点修复，可能看不到，哦，这边能看清楚碎粘，对，然后这个旁边工艺也很好啊，这仿木纹釉，对，木纹釉，哎，他这个构图很巧妙，虽然看起来我讲句不好听的，虽然看起来有点诡异，但是对，连体婴儿啊，你知道我想起什么，你知道国外有个电影叫人体蜈蚣，嗯，不是这个他妈真有点像，如果喜欢重口味的话，那这两个就可以买这个，哎，等晚上人还多了呢，300多，就到晚上了，那现在晚上了，下班了，对，因为我平时是晚上播，我白天很少播，可能这个啊，那我来，你看吧，我耽误你了，是是，我们再看这个这两片画工也挺好的，对，其实这个虽然发工的不是特别讨喜，但画的足够潇洒，凤仪亭嘛，是吧，嗯，这吕布和貂蝉偷情，那个董卓捉奸，啊，这喜欢搞外遇、搞刺激的要买这块。
哇，这个边漂亮，他包了一圈铜，对，但脸有点脱彩。这种啊，这个就别看了啊，别看了，这都这略过啊，对，这种兔子挺好，哎，别推，不喜欢动物，不是别推，没什么好啊，我试一试，别我们自己人干自己人是吧？哦，这件看一下，对，对我老板要点名看这件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这件的点名那个人，他其实对瓷器，就是对古代瓷器没什么兴趣。嗯，就那天你跟高总忽悠的，你知道吗？有一天连麦，这个东西给他种了草，啊，那叫都睡不着了，非让我给他看一下。他现在在直播间吗？我不知道他在不在。德化的应该。确实有意思啊，这件。对。仿生瓷。就还好是德化的，这要景镇的得多少钱？我操！景镇就唐英了，50万起步。嗯，他这你看这个口弦的细节处理都很好。嗯，这种可能不是一般的水平。对，但雕塑这块本来呢，德化就优秀于景镇。对对对，甚至景镇的雕塑的发展都受德化影响。嗯，哦，我指的是晚期啊，那早期呢，南宋什么的可能就影响不大，但晚期景镇整个。宗教题材或者什么雕塑都受德化影响比较多。何朝宗，你看，可能这个也跟他这个专业有关系。德化就专注于雕塑嘛，对吧？对，因为你看，我们看到很多晚清的雕塑，然后底下写福建会馆，其实就是福建人，就是搞这个雕塑嘛。会不会是福建的这边的人过去的做的？是啊，这个有明确记录的。我还看过一个，对，谁搞的？包括乾隆时期的那个雕塑，就很多，其实人家。就很明显，其实就是福建人。我还看过那个石湾这边，当时晚清的名家、哦、也跑到景德镇做过一个，嗯，那个叫陈卫炎，好像是、啊、做过一个什么清王像，当时是也拍得很贵。啊、嗯嗯，你知道那个倪仁章知道吗？他也来景镇做过雕塑啊，所以景镇的雕塑呢是受各种影响对对对对。皈依的话，大家这些人还是比较崇拜于景德镇的东西的，对吧？啊，对。对，他都跑到景德镇去烧瓷器嘛。我替景德镇谢谢你。不，你哪有景德镇跑到去倪仁章那里去就没有啊？对，对吧？景德镇也很少跑德化。所以景德镇呢是集各地的精华而别。只有人去亨泽，对，要在亨泽。然后我这里面呢，其实我只能说按我自己的，哎，让你出来。直播好不好？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直播您好吗？啊，可以啊，可以。你们最近好吗？对，我有点紧张，你录。你放轻松。啊，好，放轻松。然后。那我就按自己这个审美来介绍吧。其实这一组里，按说这个棋牌家会比较高，雍正这一组啊，嗯，就是罗汉。但我反倒是有点喜欢这个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嗯，因为他跟我有点像我老乡做的，啊，有点像唐英做的哈。对啊，因为那个天津博物馆好像有一尊这种，对，有一尊白的哈，天津博物馆。对，对，然后其实姿态和整个那个状态都差不多，但是天津博物馆那尊有没有款？好像有款啊。拿出来看，哎，对，董事长，要不我们把这个买了回去加个款？不是，哎，放，我们这啊，啊，小心点，开脸什么都特别好啊。对，这个全品吗？有修复啊。哦，我说怎么无底价这个？对，它都是修的，好像是。各个角度来说都还可以哈，对，嗯，但关键是无底价，其实大家都可以参与一下，确实跟那只唐英的很像，他的脸开的特别祥和，慈祥，眼眉低垂，没款，有款就难了，有款就买的概率很低。好，谢谢。哦，我们那种看了吗？有点，真武大理，这个佛像我就不。就那啥了，去看一下。他这个额头怎么了？额头，这生疮，不是有点不好啊？有点粘釉，啊，有点釉在那里。嗯，没有那种漂亮，更有风味。这种年纪可能会更好一点哈。对，嗯。哎，这个，哎，这身上是霁蓝吗？法华是会。哦，对，法华。对。不太懂，哇，这个看起来很凶啊！这个，
我有点害怕，可能我亏心做太多了。康熙鱼盘，这个也挺好的，在川之乐啊。这哎，这只有两条鱼，刚才那三鱼我们怎么解释来着？那这回没我了，那个鲶鱼没有了，就剩俩小虾了。没有那条鲶鱼。对。那证明这个年份好一点，后期才有了你们，那个年份晚一点，这个年份早一点。哦、对对对、嗯。哎，有没有光是鲶鱼的？那样就是说他俩被我熬死了。哎、这个可以。哦，这个大，适合你吧？你这饭量可以用。这个喂猪行啊，喂我有点这个浪费了。哦，这件其实我能推荐一下，你推啊，你也不是必买的吧，是吧？那我就推荐一下啊，因为这个我朋友也很喜欢，然后他可能会委托一下，但我也还是给大家推荐一下吧。美女，来、这个、帮下忙，那个素武牧羊。第一呢，它这个器型比较好，然后就文房雅气，再有呢，其实很难得的就是青花带诗文嘛，对吧？嗯，而且它整个画法就偏向于这种文人绘画，最最好的是，它还带釉里红。嗯，釉里红的哈。哎，它叫三羊图，哦，但讲的还是苏武牧羊。苏武牧羊，对。大明宣德年制，这不是宣德的，郦道人，城门啊。哦，不是，城门不是这个。怎么你刚才啊？你要买就说不是宣德的，你那个要卖的就说是宣德的，这个有宣德款的。这个有宣德啊。不是，我们尽量往城门上忽悠啊，他写了郦道人，对吧？三大家之一。哎，但是城门的郦好像是带带竹子头的吧？竹子头，哎，这个不带。这说明你知道为什么？这城门早期的，他头上还没有长竹子，还没绿的时候，然后就写这个。会不会怕他不敢写，怕侵权，会告他？有年份，这个不能乱说了。写于昌江诸山，诸山什么？什么云书馆啊，这个字看不清。嗯，云书馆之西轩，你知道西轩是哪吗？西轩就是御窑厂里面，你知道吗？嗯，这挺啊。这个时期就大概是太平天国把御窑厂捣毁，然后这帮哥们没什么活干，自己弄点这种带诗文的，自己玩一玩。其实它跟钱江彩是同一时期的，就比较文气了。嗯，我们觉得买东西你要是喜欢工艺性好的，你看就去买官窑啊。你看吧，嗯，这个主任是看不上的。我不推，我现在我推什么吧，他们都觉得我在说反话。好，有没有什么新的我给你推荐一下。啊，新的没开玩笑啊。啊，这边有点那个明末清这个清这种标本，然后哎，我挺喜欢那个喜子，其实这个吧，对，因为是吧，对，这个画的好，这个拿出来看看。我们在这边看吧，拿到桌子上，在这边看一下。就它整个这种，按说啊，这种大民谣啊，这种过去的这种画师，就文化程度很低，就随意画，画一个挣一笔钱。但这件我觉得他画的就很好，就是这种想法，他整个风的姿态画出来了。嗯。对吧？还有所有树叶往一个方向，对，特别是这几笔就很爽利。还有俩虫子，一蚂蚱。这件全面，有一条线。哦，这个买这个画面就很划算，其实。好像有绘画功底的，对啊，难得啊，真的说难得画的那个，对，画的挺全。刚才做解读的是专业这个做书画的朋友，是有点那种，嗯，王布的那种画意啊。王布那时候还是个蝌蚪啊，这蝌蚪都不算。哎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喜字，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件也很好的，这个喜啊。这件发色不错，很深沉。这个虽然给大家看个假宣德，对，房顶的假宣德。哎，我们一件件看吧，别急，别急啊。
那为什么这是酱油呢？酱油啊，这高总老考我，我现在考你，为什么是酱油？对啊，它是顺治的，他为什么要用，你看这个边线连这个下面都要用到酱油，为什么呢？户台用，房子包用。没，你这个很业余。哦对，他说对了，他说防止包用，就是凡是看到这种酱油啊，嗯，包括这种其实都证明年份稍微早一点，比没有的可能要早一点，因为景镇经历了一个原料的大变革时代，就是之前的泥用完了，然后我们后面才用东部高岭，但东部高岭跟当时的釉面结合就很不好，然后在这种凸起的地方就很容易爆釉，所以我们看到很多那种明末清初的就毛口啊，然后它这个地方其实也很容易产生爆釉，它当时人就很聪明，他就做一层酱油涂在上面，然后好，就开它又结合不结合，嗯，可以啊，啊怎么你没有这么厉害，你看我们这公司专业吧，是吧，啊，我没有，这个我们公司又是拍卖师，哦，没有李总给我面子让我装逼的，刚才只演好剧本，没有，真不懂这些，喜欢宣德又买不起宣德，买这个这个雍正的啊，雍正仿宣德，哦，我断带没问题吧？应该雍正啊。对。啊，对，我是怕你这个回头再。肯定没问题。嗯，别真宣德了，你们当雍正卖是吧？咱这都水平不行，就是有没有可能是本年？不可能。不给咱客户描绘一下美好的愿景？不可能。啊。这件不错啊，其实。也可以做壶茶。雍正仿古。仿得很像，是猛一看，如果不细看真像，对，这真很像啊，仿得真挺像的。其实有时候雍前有很多仿得挺像的，嗯，特别是那种盘子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如果你不，嗯，不深入研究的话，是有时候不太好看出来，嗯。如果一张图的话，有可能就会，比如说赌一下，对吧？这个盘子，它那个最缺德的是，嗯，他有的那个点的很好，你知道吧？就真的像苏麻离心那个斑出来的感觉哈。然后他妈再倒霉一点，他又烧流了。就烧散开，它烧两次那种，又真跟龙轩是蛮像，是。不过上手还是能看出来，因为那个整个状态也是有点区别的。看过几片都特别像那种永乐轩的，嗯。对。就是我们这经常，嗯，就是我们应该是专业从事这个的吧，嗯，都分辨起来都有点困难，有时候。对。还有什么有趣的？我们来看一下，嗯。也是酱油，对吧？对，同一时期。哎呦。这个画面雅，嗯，这是喝醉了还是怎么样？哦，喝醉了，你看旁边放着石盒，抱着琴睡。哎，这还有一个小童子在煮茶，还有小童子啊？对啊，我原来就以为是一个人呢。定价定低了吧？嗯，这买一送一，买大送小，这是古代生活，嗯，这是我这个理想生活啊，是躺平啊。但是呢，就是我大家关注恒泽 APP 啊，可以下载。是我理想生活，但是有一个缺陷，嗯，就我不希望是小童子，是希望是女的。我老婆不在吗？不在。弄个小姑娘，是。像荒山野岭没人，就我俩。我操！想啥来啥。我哦。在啊。哦。谨慎谨慎。大明嘉靖，你说这个是什么时候？顺治吧，差不多。对啊，不能，可能不够崇祯了，感觉。大明肯定比康熙早，那不就顺治或者崇祯，无所谓了，价格都一样，是吧？这个意义不大。哎，不过这个很反映当时的整个社会的状态啊。嗯，你想，你的国家被人家灭了，嗯，然后你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承担责任，但你又不能做什么。那你就只剩他妈天天喝酒睡觉了，嗯，还能怎么样？对，难道去当汉奸吗？恒泽在广州啊，在广州。这件很有趣，这中间是有一个黑点，上面有一个铁字，很小，发色也好，然后整个状态也很好。哦哦，
漆，哦，漆是什么东西？它不耳漆是吗？如果顺手的话就看一下，如果太远就算了。青雍正青花果果纹小盘不在旁边，在那边。不是哦，漆，耳漆是那个，耳漆，没有，这里没有哦。哦，我以为他说那个雍正官窑那段。嗯。这个很好，这个很好玩。嗯，我们再会儿，耳漆等会儿等会儿再看。哎，这个全品的啊。这个。啊。这个。253，我看看啊。253。嗯。你是拍卖师？业余的。哦。但是有证。哦。那就专业的，有证就是专业的。哦，有个小飞皮。有个小飞皮。嗯。明，李总，抓紧时间，我们电快没了。我有20度。哦，其实那个没屏，对吧？啊，没事儿，那我一会儿下播。打你号吧。怎么了？没有，我说电不多，然后我们抓紧介绍一下，然后我可能要自动下播了。给你来个充电宝。也行啊，充电宝有啊，我有啊。也行，哦，我们带了充电宝。哎，东站有线吗？没有。没有线，没线，算了。没线，无线，这个是无线。哦，无线的，这么先进，就这样贴上就行吗？啊。我看。你镜头不要挡着。有吗？没有，没有，那算了，我们这个没电就下播，或者用他们公司账号聊会儿。手机我快充满了，都充满了。小心小心啊！哎呦。对的。哦，这件姜太啊，这灯有点闪。李总推荐一下吧，有什么好玩的文房的话，然后我们再看。这个、哦，我坐在这里啊，我们这个。这件我觉得它的来源特别好，形容哦，白釉暗刻，仿嗯，仿定嘛，对吧？对。但是它没开片啊。其实，仿定不一定开片嘛，你说那个定窑，嗯。对，定窑不是全开片，它是不开片的。对对，嗯。哦，这个来源好啊。对，卢芹斋的。对，卢芹斋，你对他应该比较了解哈。啊这个、我他妈最烦他，是吧？对、啊。但是有人喜欢，有很多人喜欢卢芹斋，但我是不太喜欢的。卢芹斋，我感觉。你喜欢？我不喜欢他。他把别人那个在法国私生活挺乱的。你认为我？我只要反对这个。没有，我私生活我很羡慕。你想，他跟他岳母有一腿，我操，这事儿你的刺激嘛，对不对？他跟他老婆还有岳母三个人生活在一起，嗯、你知道这段吗？我知道，他岳母蛮漂亮，所以为他风韵犹存啊，那是。啊、他岳母是嗯是老外吗？对，法国人嘛，哎呀，啊、喜欢白的。嗯不是我的瓷器啊，你这个你往哪想到这白的真蛮好。卢芹斋来源，然后，对，反正我不喜欢，你们喜欢卢芹斋就可以考虑这个。多少国宝让他搞掉啊？对啊。行，下一件，反感卢芹斋拿走。对。等一下，让李总慢慢掏。我们还有15%的电嘛，可能还能播个10分钟左右。如果大家没看够的话，就关注广州恒泽的账号。然后，哎，你们账号叫什么名字？恒泽。啊，就叫恒泽。然后大家可以关注那个账号。恒泽拍卖。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拍卖师给你们做这。这个很出名，你知道吗？你这个币通有官司啊，知道吗？什么官司？有人做过假的，然后打过。就是仿这个的，对，那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啊？就是很出名啊，这个笔筒。但你之前开没啊？嗯。经我鉴定，怎么说？范老师那句话怎么说？学不会啊。哎，这个画面应该叫那个鱼女吧？是吧？叫对鱼美人。德鱼图。鱼家女。对。他拿了一条鱼，小鲤鱼。哎，
你等我拍那一片，你看到吧，都是你们喜欢的，都是杯子。哦，对，等会儿我看。哎，对，我们看一下那个姜胎龙纹。好，啊，姜胎龙纹。哎，就是你身后的那个，带木盒的那个，对。这盒不拍。嗯，盒子不拍。你盒子不买了送给我吗？不是，盒子他们看到盒子会跟我抢，这样估不到多少钱的那盒，对吧？嗯，这套路全是。这个呢，有喜欢的话就不要在恒泽这买，去我那儿买。嗯，因为我买回去准备做。这个直播说我给他们看过盒子的，他们忘了。哎，你知道我为什么就？哎，当然我说我喜欢，他们以为是套路啊。你知道为什么会喜欢这只吗？嗯，就你所有姜太，我觉得这只状态好，因为它翻粉。嗯，其实这个粉不一定是烧出来的，当时它可能它也是白的，但是之前使用过那个人，嗯，养得很好哎。嗯，一直拿来喝茶吗？对，他一直拿来喝茶，然后把整个看起来很舒服啊，就是有，就是我之前说那种人的气息。嗯，我甚至觉得就是上一任主人的灵魂已经给他加持了，还在这上面了。嗯，哦，就谁买喝茶晚上过来找你啊，所以这个东西必须得到我手里啊。我给他发个信号。这个杯子，对啊，这个杯子得加，啊，有加持 啊。对啊，所以我这个你们别跟我抢啊。这种算冲还是开片？算开片啊。哎呦，还是真喜欢这只。就是，小气，这个也不算，它是大小片都有，其实也算这个小气大片了。其实这里是有一条冲线的。嗯，对，你看到了，因为它这边有点加深了，是吧？有一点。嗯嗯，我感觉这个应该是算冲线。当然算了，这必须算冲线。大冲，大冲，一米大冲，破皮烂袄，光盘没毛，嗯，带魂环。这上任主人这还在上面呢，啊，你们这个别给我那个，我命硬啊，你哦，对，这还有一只那个若生杯的姜胎，这也是康熙的。不是，其实你知道若生正宗若生我觉得应该是姜胎。哎，是，这就叫姜胎。反倒那种不是姜胎的若生我觉得是一种冒牌，因为他们有一种讲法嘛，这个隐蔽若生还是怎么说的那句话。洛生是什么意？洛生珍藏是喜欢，就什么意思啊？洛生珍藏现在没各种解释都有啊。他们现在有说这个洛生可能是个人名，嗯，就是说这个喝茶里面，他们讲那个紫茶壶里有一种最好的，嗯，是哪一种？然后杯子最适合喝茶就是这种洛生杯，但洛生杯我们看见的有不是姜太的，有白的，白的多吧？嗯，其实白的很多都是晚清的，我觉得对。但是正宗的洛生杯，我觉得就是姜太的。哎，因为我们洛生珍藏都看到那很多回流的，嗯，都是这种款，对，晚清的，晚清的仿的嘛。嗯，这只是正儿八经的康熙啊。湖碧梦辰，卑鄙若生。对，我这句话记不住，我脑子不好，对，专业性很差。但这种是真若生。对，我觉得这种就姜胎若生才是这种杯适合喝什么茶？喝20万一斤的岩茶。品相差的点，说实话。底下有一点那个啊。好，谢谢谢谢。没给你来点居丁就算好了，还品相差，现在打来得及吗？这只喝茶绝神品，这个不说了，就是你若生为数不多看到一只真若生。嗯，啊，当然这样说也不好，好像别人的若生是假若生一样。其实我都想尝尝这个真若生喝茶到底什么味儿，就真那么邪乎说这玩意儿茶道理这个茶汤就改善了吗？真像古人那个文人笔记里说的神乎其神，妈违反科学了，是吧？好，哎，谢谢谢谢，这个拿走，谢谢，不拿的是我。哎，太脏了，你知道要干净一点。我都哎，别倒，我真不往里喝，我这个看起来太脏了，我。你别往里倒，我不喝，倒干净点，我就试一下。你这个太脏了，那全包浆，我这个不敢喝，咸的肯定就。
倒点进去，它那个茶汤变黄了，你再喝。快快换换一件，换一件，换一件。喝口，喝口。喝口水。谁要跟我连线吗？哎呦，什么连线？稍等啊，再拿一件。或者大家有什么感兴趣的，也可以挨个上。挨个吧。哎，这个是我们的无底价，对，我知道一、这个、号牌子。我对我记得很清楚，一号的无底价。这个买到了，送那个送什么？电话，苹果手表啊。苹果手表。哟，第一个嘛，开门嘛。对。这是我们首场拍卖的一个专场的手电。哎，这可以，这是罗汉，是吧？然后不是十八个吧？不是，不是。哎，这是罗汉还是什么八芒镜吧？哦，罗汉还是罗汉。送正品的，不是华强北的啊。哎，这不是正好现在也很热门这种雍派的这雍正的这种光彩，对，然后广珐琅是吧？对，广珐琅，你看这种珐琅料。哎呦，这个尺寸喝茶也刚刚好。嗯。品相也好。品相比较好，就是。神态可以。有点小肥皮。这不算什么吧？嗯，就这一点。对，你不说我都看不到。严谨啊，你还是。没有。哎，其实这我比较喜欢这个人物，他衣服做这种套色处理，挺有意思。嗯。伏虎。227是什么东西啊？227是一个，我给拿过来吧。227是一个瓶。啊，喊了半天，227啥呀？他刚才一直在喊。啊，给你看一下，稍等啊，你刷保时捷吧。不是给我刷，给李总刷啊。我靠，这审美够怪异啊！不是，大哥，你这个。哎，你知道这种大哥，我最喜欢跟他一起喜欢明代的，不是我最喜欢跟他一起去 KTV， 嗯，就佳丽一进来让他先选，他肯定是跟我不一样啊，就这种人是我们最喜欢的，不是这什么这是仿那个高丽啊的那个纹饰啊，这个东西真的我干那么多年我第一次见，我靠，有早年佳士得来源，哦来源啊、嗯，来源特别好，哎，他有个什么日本的那个。哎，这是我看错了还是怎么？他是嘉靖那种风格，还是说仿高丽的那种青瓷的有影响吗？或者跟高丽青瓷有什么关系？还是说就是云鹤只是说嘉靖那时期的？这个明代我也不太清楚。对，他这不是这个东西有点少见，就是超出我的知识范围了。但东西很开门啊。嗯。我气质很独特，这枚瓶。对，这画面是有点像那个高丽。我这样说，你们公司会不高兴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哦哦。贾警官哟，不说了。既然叫你直播，我们就做好准备了。对吧？对吧？嗯，我接受检验。我旁边十几个保安拿着电棍在旁边，不敢乱讲啊。是没平，这肯定是没平啊，这个倒没什么问题。没平是100%的。哦，我大哥要看75号，我看民国75号民国相同，我老板要看这个，必须要看，我得好好解读一下。对，啊，不是75，啊相同。下一届我们看302号哈。虫草的，这个，啊，典型民国，没什么好说的。蜻蜓，有点李明亮风格啊，嗯，但没写李明亮的款。现在正是买这种东西的时机。嗯，原来这种高峰期原来很贵啊，2-3万一个。对啊，后来那个几个老板就没有抢，然后现在其实买这种东西非常合理，就绘画性很好，然后它又也一流。现在这种就1万出头，可能就能买到了吧？能，我感觉能。嗯，我感觉能。原来这是市场的主流，现在变成非主流。对，其实这种东西是很漂亮的，我感觉总有一天它还是会回到它应该有的位置的啊。等我有钱了，它就回到它该有的位置。
这是放香的。其实之前我们都叫它笔筒，在我刚入行的时候，后面呢可能各种资料性的弥补补充比较多了，大家才知道是香筒。但它有时候会出现在那种成套文房里面，那也有这个，其实还有一个笔筒嘛，那它肯定就不是笔筒了，不可能有两个笔筒，那大概率还是香筒。香筒比较细长嘛，对，也符合这种香的形状。对，这个很漂亮。其实现在买这种民国戏炉比较划得来的原因，它跟新瓷器价格差不多。嗯，今天景镇一个工艺同等工艺的东西做出来，然后算是什么知名不知名的窑口，那可能也要大几千块。嗯，然后你一个民国的已经放了100多年，而且工艺这么好，才10000多块，就可以冲一冲了。董事长仿这个行吗？仿完赔钱，是吧？这仿完绝对赔钱，我做肯定赔的。不仿。嗯。有没有好一点的啊？盖碗什么的有没有好一点？啊，等会儿看，我们一个个来啊。我觉得这件，其实这件我也挺喜欢，但我说实话，这个起拍价有点高，就起拍价并不，就是40000多起拍吧，好像。嗯。还可以，它这件的胎釉啊什么都特别。对，质量是一流的，而且我觉得这场，你们这场里这件是民国里面最精细的。嗯。就是40000一起拍的，打破了我的一些简陋的幻想。我感觉40000还是比较便宜。当然，就是，但那些还有无底价嘛，对吧？就会觉得有点那个，就像我们这种心理上会有点变化。他原来应该也用了金粉嘛？这一件有没有？地上底部有金粉没有？没有哈，没有，它是包浆。仿古款大清前门，人家东西是民国的，民国早期的。这画是什么题材？我看一下啊，我给你编一下，不是，嗯，我也不知道什么题材。科普一下，调戏妇女，这真不知道什么题材啊。可能是《西厢记》这里哈，典故。是西厢，这不是《西厢记》啊，它没有墙什么，什么唐伯虎哦，唐伯虎和秋香啊，好吧，你说对，答，好吧。这个竹子很漂亮，对。主要是它这个胎上手感觉特别特别薄，对，我们一直没上手，但摸起来很爽。哎，关键它有个原装的底座，对，有个原装底座。嗯，民国精品，西楼精品。假设这要是乾隆本年的，可就来劲喽。民国，乾隆本年，法兰茶。哎，人物小评，哎，你买过吗？哎，别老提这个事儿，你好吧，你这来个盖碗看看吧，给大家看点实用的。在哪儿呢？广州恒泽，广州。昨晚上空降广州了。盖碗就普通一点。对，不，这个好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就你太贵的盖碗，其实大家用起来会有点不方便。这种性价比高的，就你可真可以用啊，就是当，就是它就是实用的。你看它有枪的，开枪。没有土枪。别开枪啊！放枪。这人看着面熟啊，这不是我们同行那个谁吗？天天放枪那个。这闰土，那个叉子的那个。不是这个挺有趣，你看一下，我好像有一对，你看这只，我感觉，然后这种不会很贵，其实大家买过去直接用就行了，就对，这跟新的价格差不多。其实今天那窑口做的好的也要这个价格。大清同志，哎，关键他一对啊，一对，还有其他盖碗，德哥你稍等啊，你要看盖碗，我肯定要。我让他一会儿拿，得这对也可以啊。其实题材挺有趣的，再来一个。一对刚好，全品，哎，是全品啊。这种不是全品，你们肯定也不会上。这种本来就路分不是很高的，那肯定品相很好。对，在哪儿？广州恒泽，广州恒泽。广州恒泽。不好意思。刚才来没有，
就是我德哥问有没有说档次再好一点的盖碗，档次再有啊，就没盖子啊，没盖子不行，必须得有盖子。你给他做个盖子嘛，他要拿去用的，给你看了，他真用的。哦，对，这个可以，哦，这个好，但是他真没盖啊。这个都是官窑级别。哎，你们公司蛮实在，怎么会承认他是盖碗呢？那别人公司都标是个碗啊。但是你标碗，他就是吃饭用的，标啊，喝茶的盖杯。只要跟茶对这个就是盖碗缺盖，七七切切，哇，这个字密密麻麻的，我的妈！可以吧？可以。哎呦，哎，就是我们记得，我记得没有上次连线，我感觉看到这个，但是我觉得没那么好，但上手看挺好的。嗯，就你们那个摄像有问题，倒光了。对，你们那个看起来他妈跟民国的一样，那个拍上次拍摄，哦，底下是亚玩款，哦，品相一流。跟新的一样啊，这个品相，这底下有点拉手了。这个品相真的好啊，都当时就没怎么用出来。对啊，你看这个底摸起来有点那个刺手呢。有吧？我感觉一下。真有，真有，就是没怎么用过。对，没做过旧。还有这一个盖碗，这个我放没有盖碗。这个在夜场。对，在夜场。哎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真好。对，你那个德哥，等会儿我们走过去看吧，因为他没有盖碗。对。都带盖子，没有德哥，你买这个吧，回头你自己拿个白盖子什么配一下。其实这只我觉得要比那个只好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那只肯定贵啊。嗯、那个是那个没有空间，对，那种标准东西没有。其实这个也是标准的，别往官窑说啊。嗯，好。对啊，你要说什么亚玩款，你不能往官窑上说了。亚玩我感觉应该是王爷级别，太上皇用的。他这个。一棵红树，这个当然要自己配盖子。那我们这说这样，恒泽都是人才。字写的也可以啊。对，这个无底价还是多少？两万七八。啊，这个可以比划比划。因为一般古董商可能干不过你，因为他确实缺盖，但如果出于实用角度，茶杯这个真没有人喝茶，我说实话这个太大了。不过对你胃口大就拿这个喝吧，全给你拿过来。哎，离远点，我害怕。没事，就都是破的。哦，那行啊，赔得起赔得起。我最喜欢的是这只，其实材料好，嗯，其实这个蓝就跟我那个蓝对，就仅次于我的蓝了。嗯，这是他们说，哎，你知道那天连线啊，嗯，然后那个高总一拿出来，嗯，看到这一块，给我吓一跳，我以为是什么后家彩的，嗯，因为这个石头猛，你看我心里咯噔一下，你知道吧？我说这连线200多人，拿个后家彩出来，后面我看到人物这块，我操，原来没问题。哎，这只有点微瑕是吧？对，这几只我最喜欢这只，其实，哎，那只也不错，但可能喜好的问题啊。把品相报告给我。不用，这能看到。七号，这个底有点崩。不是，这个是夜场啊，夜场。然后，那当然我知道市面上大家绝对会更喜欢这只，一条对，小短冲。啊，还有冲的？不，这只。啊，我知道这只还有冲的。对，我看底有崩，还有冲的，找不到。找不到就是没有。哎，这个倒是有冲。这个呢，其实大家会喜欢这个。军哥，两个让你选，你选哪个？不考虑价格的情况下。这个，这个画的，这个还没看。但老头啊，这一群老头，这比较文气啊。嗯。这个呢有冲，这你应该看错了，可能是这只。这条不是。这只有冲，然后口有崩，这个崩有点大，很大。包银口要包很宽才能遮住，不包容易割到嘴巴哈，这种比较锋利。对，因为我们这儿其实好多人问的话，他是真的拿去喝茶，是，可能要套银口，包一下银口。因为你们有时候对买一个新，对买一个新杯子就一两万呢，就不少钱。其实大家只在于说会不会真的符合自己胃口去喜欢啊。哎，那个《西游记》那个杯出来了吗？没有啊。没有，我要不出的话，我就把那只拿来你们公司上拍了。对，把你脸给那个。对啊。P
披山裙的那张，嗯，那是我真的特别喜欢。你是喜欢我还是喜欢那只杯子？都有。你挺有品味，其实。所以你们公司这个征集工作做得很好。那只，我感觉那款杯子啊，嗯，200年以后，我跟你说，嗯，估计能当你们公司封面，能当神品，嗯。哎，这只也是有点崩，也得包银口，其实用的话，但这只，哎呦，我还是真挺喜欢刚这只和最早的那个，哎，那个嘉庆那只，那只，啊，哎，你们是把它看嘉庆还是看乾隆？我觉得看乾隆，正儿八经来说，啊，乾隆晚期、嘉庆早期，啊，对，啊，你只要不说雍正，其实大家都有点有底线啊，啊，这个是雍正。对，这个雍正，嗯，还好我不干拍卖公司，我干拍卖公司，我这都敢标宣德，我跟你说，嗯，这个是宣德款吗？啊，真是宣德款，啊，真，还真是宣德，那我，对，说宣德来宣德，哎，这个画片我认识啊，大家猜一下这什么画片？这画片我熟。康熙的不是宣德，开玩笑啊！别当真啊！别这么真当宣德的来拍啊！那跟我没关系啊！你别找人找我啊！我是康熙的，我开个玩笑说宣德。你知道这什么画面吗？考考你。这个是他要去读书了吧？嗯。然后这是他书童。对。就是这样子。哎，这是我这个画面，其实应该是离别的画面啊。对，我们东北人一定要买，因为二人转里面的送情郎呢就是这段啊。嗯，你看他俩就依依不舍嘛，对吧？在分别，然后这个男的那个这个背有点驼，腰有点往前倾，为什么呢？这个腰酸腿软，就是说他俩昨天晚上也没少折腾，然后最后要分别的时候。你看这女的一脸满足，你别笑我，这个我做直播就是讲黄段子起家的，然后所以可能尺度会有点大啊。那个嫂啊，你被封了？哦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但我这没有啊。你都没有啊？我为什么就是我们俩，啊，抱歉把人家公司号弄封了。哎呦，对不起，真不好意思啊。这个就是这样子。嗯，对，嗯。那个是公司号。对。我们会更严格。没有，几分钟没事。几分钟。对，那我尽量说话那个保守一点啊。怎么感觉？嗯。又开始了，这是先锋，先锋的。哎，这个是一对啊，好像是。三只啊。对。哦，一套刚好。这不是都是全美品。对。这拿来喝茶可以哈，对，还带那个茶托呢，嗯，89自带。有小程序啊，大家在小程序上搜索恒泽就可以搜到，嗯，广州恒泽，广州恒泽哈，嗯，永恒的恒，恒泽。其实这种啊，我真觉得就适合小，就是。反正你老担心买瓷器对不对，你就买这种，这种基本都对，没有什么争议，也没什么高仿，然后市场也方便流通，对吧？你胆子小就买这种就好了，而且品相又好。旁边美女冲下去，是他们拍卖师，然后拍卖那天你们能看到？没有。我是拍，对他网拍的拍卖师是吧？哎，这无双谱，两只窝角杯。这个我还看过啊。你委托了没有？你委托我就说点不好的。你要下了委托我是不太开门好像。这只无双谱算年份比较早的哈。对，嗯，但无双谱也没有太早，最早好像就到嘉庆。对，乾隆的好像一直没见到，没见过。不过有人跟我说他们说崇祯有无双谱，但我没见到啊，只是那天有人给我提过一嘴，有可能吧，但证据没见过啊。
对吧？你不能说里面因为出现过某个无双谱里面的人物，你就说他是无双谱，对吧？无双谱你必须得带字啊，然后，嗯，啊，这只质量很好，嗯，这算是比那个普通的大家常见的要要早一点，但我也不敢说嘉庆啊，就老有人抬杠的。道光早期或者嘉庆，好吧，这样说那个，嗯，江西十景，九江关，九江海关，嗯，浔阳秋波。哎，这只喝茶绝了，这只刚刚刚好啊，这个尺寸喝茶，对啊，喝岩茶，但我感觉很多人舍不得拿这个喝了，应该别看这些老师很无聊看官窑，其实我看官窑我有点无聊，我最不爱看大运瓷，就是他妈个个长得一样，然后一堆一堆的，我没什么热情。我看完了哈，哎，看完了，这个可以喝茶好。嗯，对，这个推荐喝茶。嗯，然后还有什么有趣的吗？就是，东西好不好玩？我觉得跟官窑民窑没关系。哎，李总把那个喜字拿过来，颜色用那个，就是那这个，不是，那边有一个大喜，那边。什么东西？就是在那个柜台上有个乾隆的那个颜色釉的玺，哦，那个大的，大家看一下这个。你手机要关机了。啊，你要充电宝吗？我把我充电宝借你吗？你有电了吗？我该下播了，因为我要上厕所，憋不住了，快！我正好那个把那个电用完啊，给大家最后介绍一件吧，啊，就是有可能捡漏的，路分很高，但是。但一般人看不懂啊，等我让李总去拿一下，喜欢颜色釉的话要必冲这一件，我定好了，对，但我可能也会，反正说完就没漏了，这个好，仿宋的，对，仿鲁魁口山珠玺，我操，这个釉面他妈的绝了。就是你视频里面其实感受不到，嗯，它那个气息，就是这个釉面紧绷着这个泥的骨子这种，哎，所以说这么多人喜欢宋窑哈，对，你知道这个，乾隆也喜欢，雍正也喜欢，当然它不是宋代的，但它整个釉面做的也很好，乾隆仿古，你知道摸起来，哎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告白，我跟你妈来。啊。比赛打完了。当胡成当不了啊，胡成太大了，这对于胡成来说太大了。直播。哎，你知道，嗯，就这个瓷器啊，嗯，就是我整个感觉像什么吗？像一块玉啊。就你有没有那种感觉，就是刚刚谈恋爱的时候，就两个人刚刚开始，别又疯了，别没有没有，就是你把手伸到她裙子里面的一瞬间，就真的就是那一下午，我只有用这种比喻，大家才能隔着屏幕有跟我有同理心，就是有这样的触动，真的好。你耗没事，我怕你回去玩的啊，这个比喻我喜欢，对吧？这是一种文学性的修饰语言，对，比较直接。对啊，你看他们直播，哎呀，开门真美，什么器型端正，什么做工精细，你跟李丹都是屁话，对吧？你那你什么叫端正或者精细？你只有这种触感，就是嗯，就是摸一把都觉得占了人家便宜，就说你也知道，说摸这下有可能给你判你十年八年，但你还是摸了。就那种感觉，就值了，他妈！这形式做得很规矩。
哎，你说这种是防炉防关怎么粉？我高骨我不行啊，你不要考我这个高骨的问题，我真很弱啊。一个足有修这个。好，今天就到这儿吧。然后，对这个看得我有点激动了。然后等会儿那个手机也没电了，我要。我们今天就到这儿。然后大家有什么感兴趣的话，关注一下广州恒泽的公众号。然后有想买的话，可以，他们的小程序已经上线了。然后有什么问题，也可以，比如我们自己会员啊，你可以跟管理员联系。然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恒泽的号，那个抖音号啊，就叫恒泽拍卖吧，是吧？你们抖音。然后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，然后有什么问题可以私信给他们公司。然后同时他们小程序也在上线，大家可以在小程序里出价。好，今天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就到这儿了，再见。